子的专家来了，七位，按你，全按你。哎，啊，孙念不来，这是先到现在休息，好，还陆陆续续的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公听会哈，那非常欢迎我们各位来参加的这个学者专家，我们先介绍好不好？哎，我们按照那个顺序介绍哈。第一位到的是王顺文教授，好。第二位是李祥教授，好。第三位是杨泰顺教授，第四位是吴盈德教授，第五位是张传贤教授，第六位是陈英前所长，好，那其他还有几位还没有到，等一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介绍哈。那我们今天就是公听会，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是公听会哈。那我们已经列了六个讨论提纲给大家。欢迎大家就提纲，或者是大家还有其他的比较更宝贵的意见，也欢迎大家提出来哈。那我们今天公听会的程序，就程序上我们按照刚才本席所介绍的，就先后顺序哈，先到的先处理哈，先报告，然后学者专家做第一轮的发言，然后行政机关代表如果有回应，就再请发言哈。然后本院委员发言也是看委员的要求，到视情况而定哈。那每一位教授发言时间是八分钟。第一轮发言结束后，如果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其他的告诫，我们就再进行第二轮的发言哈。那我们也介绍内政部的官员，内政部的政务次长陈纯进陈政务次长，然后民政司的司长林清奇林司长。爱干小我这里面好，那其他单位我还是比较那个中选会的选务处的处长庄处长，好，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的法官杨法官，然后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秘书魏主任秘书，哦，在后面哈，法务部法务司的检察官宋检察官，财政部国库署的管理组的专门委员黄专门委员，交通部总务司的陈专门委员，教育部秘书处的李专门委员，经济部法规委员会的王专门委员，在后面尽量坐到前面来好了哈。金融管理委员会及法律事务处的林专门委员。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的黄专门委员，然后国防部政战，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的郑尚孝，好，行政业综合业务处的严处长，严明会的规划综合规划处的曾科长，那卫福部的李科长，主计总处的黄研究委员。然后人事总处的邱专门委员，全序部退伍会的副司长，好，然后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张专门委员，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首先请王教授在前面，然后可以按铃，按那个按花园那边按下去就有麦克风，好。时间八分钟，我刚刚有讲，八分钟可以延两分钟，好，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行管系王顺文，其实真因为我是太早来了，所以第一个发言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就是关于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在场还有好多是我的老师辈，所以我是用抛砖引玉的一个角度先跟各位报告我的一些浅见。那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个立法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过去的版本也好，或者是现在的一个版本也好，很多原则性的一些东西大致上都还算清楚。那所争的大概不外乎就是关于一些财务的面向，或者是一些补助范围的面向，还有政策研究的面向。那其实我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今天政党法它所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政党政治的一个公平发展，还有各个政党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平等。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在手段上面，也就是在内涵的一个定义上面，可能还是要回归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在这个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上面来做影响。所以呢，在几个版本的一个考量上面，我会提出下列的一些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从补助门槛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个情况，德国是相当的低的。那主要也是因为要让小党有发展的空间。那以台湾这样子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包括像是公职人选举罢免法的那些 3.5 的门槛，那确实比某些版本5来说来的降低了一些。那当然你可以再低啊，如果你要去鼓励小党的一个生存空间的话，当然还可以再低哈。不过我的基本的一个想法是说，其实是可以 3.5， 因为它可以跟其他的相符合，那这个部分倒是可以的哈。所以行政院版本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跟其他的法的一个部分也比较相符合，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争议性大的，也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一直都没有办法确定的一个问题哈，也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不当党产或者是类似这方面的议题要不要列入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已经这么多年了，那常常我们在谈的就是一个目的跟手段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在谈的是一个目的是要了政党政治的一个公平发展或者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情况，那我会建议这个议题其实就是可以先用另外的一个条例来处理，用另外一个条例来处理。而且这个部分的话呢，司法的一个角色在我的想法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为了这个议题，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的话，似乎还可以用别的处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这里面包括几个委员的版本，或者是那个亲民党的版本，都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方式，或行政院版本都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是建议是说，其实可以考量其他的一个处理方式，而不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解决。因为政党法它的一个本身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赶快先有这样子一个法律，然后他也已经谈了这么多年了，那大家也已经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可是卡在这个地方的话，还不如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势之下，还有别的可能性的那条路走，就让他去走那条路。那可能对于我们要强调阳光法案会更重要一点点，这是第一个看法。但其实他还有很多政党法里面要谈的一些事情，包括更重要的，我会认为就是其实政策研究呢，过去我们一直在主张，就是包括像是行政院版本里面的22条哈，22条里面呢，它这个新台币50元，那当然它当初也是因为85年国发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认为是说应该要以培育政策人才跟培育的一个政策研究为主。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向，我反而认为说，其实政策研究在政党法里面应该还要再凸显这样的一个角色。比方说，你可以看到最后一项，好，最后一项它就是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就是说竞选经费、人事费用、办公费用、业务费用、政策研究费跟人才培育费。那这个其实如果能够让它更明确一点，会更加，比方说在第二项的地方可以说明确的表示说，政策研究的补助金每年每票是新台币20元，其实这个大家都已经讨论很久了。然后在后面的那一项里面，甚至可以强化，就是政党的政策研究，它应该要像德国一样设立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那或者是委托其他的研究机构，那不得用于其他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更强化这一些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国家的一个发展，然后要让他去做真正的去做政策研究，而不是最后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被转到其他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就像德国里面他们政党法有两个，一个就是一样是政党政治的一个机会平等的一个发展，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political building， 就是政治的一个教育，或者是政治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过程。所以
一个浅见啦，就是说我觉得其他的版本基本上还甚至不把这个列在里面，所以呢，我还是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应该要仔细的考量一下，仔细的考量一下。那至于是不是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就是各个版本之间有关于媒体的一个部分，那也是提出一些浅见。当初我们这么久的一段时间，那我们都希望所有的一些从以前党政军要退出媒体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不希望做这样子，就是不要让一些政治势力去干扰。可是在有些版本我们可以稍微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投资或者是经营出版事业，那这个还是除外的一个事项。那是不是应该要这么做？我觉得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哈。也就是说，既然你的目的是要政党的一个公平发展，那很明显就会有大党跟小党。那如果说大党他把他的资源又去投资在这样子的一个出版事业或什么这样，会不会又回到了一个跟你原本的一个目的并不相合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这边在讲机会平等。那我们常常在谈的就是平等，不过就是不外乎就是目的跟手段的一个关联性。那我可能还是会放到这个目的跟手段的一个关联性。所以从这样子的关联性，为了要创造它的一个平等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目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然后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让他去有这样的平等关系。所以我的建议是说，还是先有政党法。那至于有一些争议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再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至于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包括像人头党员，那其实只有韩国的部分，那可有可无哈，可有可无。我倒是没有那么的一个，那或者是独立的审议机关，独立的审议机关，我想其实并不是那么需要。不过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重点还是回到，就是到底我们政党法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些手段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那个目的？以上报告。好，谢谢王教授。刚才那个陈英琴陈所长说，因为还有其他的课哈，那我们请。我们请几位教授谅解，我们就请他先开始，好不好？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先进，谢谢大家的谅解。我今天简短表示一下对政党法立法的意见。我这个政党法其实它就是这个所谓的政党权力关系的自传。那政党也是我们台湾的民主化跟民主深化最重要的这个平台。我特别再去回顾一下那个1991年那个Samuel Huntington 他写这个第三波民主化的时候，他当他提到台湾的时候，他当时的描述是说，台湾应该会是一个一党独大的民主状态。他当时的描述是如此的。当然他没有料到说台湾后来这个民主化这么强而有力。那我们看到这个199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修宪让这个执政党不可以利用这所谓政党解散去威胁这个反对党。那我们知道1997年修宪，那最重要就是这个引进这个政党补助款，让这个政党有一个稍微公平竞争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后来大家提到这个政党法应该制定，但是后来透过人团法的形式某种形式遗留下很多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处理这些问题啦。那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在一个新的这种政治情势之下，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政党法。那么大规模的这种政党法的法制的比较，其实都可以发现说，政党法大部分都是政党关系自我正当化的一种工具了哈。那当然我们要了解说，在这么多国家这个政党法治的实践之下，立下来一些原则。那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如何把这些原则呢，incorporate 到我们的这个政党立法里面来？所以我以下对几个问题表示一下粗浅的看法。第一个，
我们政党法到底应不应该把像这个选罢法啦、政治献金法或其他一些相关的规定给纳进来呢？我想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啦。如果大院哈、愿意把所有的这些规定都能纳到政党法来，这当然可以。不过我想那可能是一个比较浩大的工程哈、而且立法技术上也没有非如此不可了，很多国家也不一定是如此这么做哈、那我们现在的传统上可能是在现有规模来立哈、就可以。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大家吵得沸沸扬扬，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党产应不应该返还呢？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啦，因为那个陈昌文律师早就已经讲过了哈、就是这个他呼吁在2008年他要讲了，他说国民党如果没有办法把党产全数捐出，没办法舍弃，那就得不到人民的尊敬。这是他2008年讲的啦哈、那当然，其实每个政党都有他的历史包袱。那大家也知道说，在我们在立政党法的时候，跟这个问题会息息相关。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分别立法比较好了，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下来问题。那我有写过文章，那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应该社会上目前也很高的共识了哈，就是说，不管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特殊情境如何，当然历史永远可以不断去挖掘、不断去诠释。可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或站在世界各民主国家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执政而致富，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因为执政而致富，这应该是普世皆然啊。所以不管过去的历史缘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处理这段过去的这个历史哈。所以到底怎么样处理，那应该是由这个特别法去处理。那至于行政院的版本哈，当然我觉得是很不恰当的哈，因为它是所谓的信托。那如果是大家不能接受的，那如何可以信托？那更何况，其实我们在这个公职人员这个所谓利益冲突法制的时候，也有这种所谓的信托的法制，但是大家一直都觉得它成效不彰了、一直到成效不彰，所以这个行政院这个版本其实是不可取的。那至于政党的经费来源呢、当然我还是赞成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了哈，因为这所谓政党法的这个母国，大家说是德国，因为德国的政党法制是最完备，那很多国家受到它的影响。那他透过很多宪法法院的这个判决，他确立一个原则了，也就是说，政党是介于所谓的国家跟社会之间，他既不能够，就是这个掏空国家，但也不能够被社会的这个财团所，支配。所以呢，应该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国家给他补助，避免他受社会的宰制，比如说像美国这个。最高法院最有名的那个恶名昭彰的判决 Citizen United States 说、有钱人管你捐多少钱都没有上限，那当然就会产生说有钱人就可以养一个政党，有钱人就主宰了这个民主政治的选举。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或世界都很恐慌啊，因为现在美国有一个超级有钱人有可能当上总统。好，那这个就是金钱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给这个政党补助，让他除了党费以外哈、避免完全受到这个金钱的宰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顾虑到说，因为他不是国家，如果一个政党完全都依赖国家，那事实上反过头来哈、可能反客为主了，就党国不分了。因为如果他都是靠国家为生啊。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吃国家的、掏国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补助政党也不能够补助到说他什么东西都是靠国家。当然这是一个大原则了哈，大原则。但是在我们要检讨现在很多问题哈，包括说政党补助金啊，或者说要不要给这个资助政党成立智库，基本上这个方向我是赞成的哈。那甚至说选举时程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广告的补助，这个我也是赞成，但是我们应该有个总体的看法哈，总体看法。那再来就是这个
政党民主原则，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尤其是在这个马总统跟王金平前院长的这个诉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现在政党法没有特别立法，所以就适用人民团体法。适用人民团体法的结果呢，很多的这个规定不见得完全适用，或者说不见得那么样的适合政党哈。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党内民主，然后到说，要这个多数决议，然后这样。或者说党代表到这样是不是对政党要求不近情理？不过我觉得这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说，我们现在对于政党的党内民主，还有政党党内的这个权力救济，尤其是政党党内权力救济这一部分哈，我们人民团体法几乎是没有规定了，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在政党法里面有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框架的规定。那一方面尊重政党自主哈，那最后就是。关于这个国会议长中立，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们应该追求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在政党法里面规定，因为每个国家基于传统并不相同。就我所知，像英国，他们如果当选国会议长之后，他会退出政党活动，可是呢，其他政党会尊重他对于这个议事中立的贡献。竞选连任的时候，他不会推出候选人跟他竞选。这是一种宪政惯例。当然，如果他做的没办法得到反对党的信服，下次选举还是会推出选来跟他竞选啊。就是这是一个宪政惯例，这是一个宪政惯例。那至于美国呢？大家如果看《纸牌屋》就知道，他们的国会议长哈是涉入政党政治甚深呐。那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议事中立不重要哈。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形成？我想这个政党法里面不需要去规定那。可以让政党之间的互动去形成一个良性而适合的一个惯例就好。以上，谢谢。陈所长，谢谢陈教授哈。接下来我们请杨泰顺主任。是乱掉了吗？没关系的哈，主席，各位与会的这个学者专家啊，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啊，来就我所了解的这个政党法的规范啊，来提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那前面两位学者专家啊，这个引述了很多德国政党法的这个规定啊，那我个人是对于说德国政党法是不是可以全面移植到我们国内啊，我是有所保留啊，因为。德国的政党法是配合他的一个选举制度跟他的一个历史的传统啊，那基本上他的选举制度，他的国会议员他是采取内阁制啊，然后他的国会议员的这个选举啊，是以这个政党比例代表制为主啊，那所以在这样一个选举制度之下，他当然他的这个可以一个政党法来。比如说他的这个政府所有的补助款是给政党，而不是给这个候选人个别啊。那所以他可以以这个政党作为他一个规范的这个中心。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啊，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像美国的这个行政跟立法分权的这个制度啊。那所以像德国这种对政党补助的方式，以及对政党的规范的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可以移植到台湾来啊？我个人是有一点保留了啊。那我个人倒是很建议说啊，这个我们在制定政党法，如果我们要去参考国外的例子啊，那其实应好好去看一看美国的例子啊。这可能也是因为我跟前面两位，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不一样啊，因为我是留学美国的。那美国虽然没有全国性的这个政党法，可是美国的50州啊，那每一州都有它的这个政党法。那每一州因为美国的这个国情的不同，所以它这个50州的政党法可以说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参考的模式啊，从最严的严到说什么时候要开像俄亥俄州的啊，什么时候要开党代表大会啊，它都规定在它的政党法里面，到最松的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这种规定啊都有啊，所以它可以提供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些范例啊。那美国的这个对政党的这个态度啊，跟刚刚两位所提到的这个德国政党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可能有点不一样。美国人基本上是把政党看成是一个公用事业体啊，
它跟这个水电瓦斯的这些公用事业一样，它提供民众一个在政治选择上面的一个简化的程序啊，所以它是负担了一些这个整个民主运作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角色啊，所以也基于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啊，美国大概各州都认为说啊，政府应该要对这个政党的一些运作，包括他的这个提名呢、啊，要来做要来做一些规范。那这个规范方面，如果以台湾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啊，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呢、啊、来做规范的、啊。一个就是你这个政党运作，包括你的这些党的干部、党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选举啊，必须是要符合一个民主化的这个原则啊，然后你整个运作必须要有一个透明化的一个基础啊，就是要以今天的来讲，应该都要上网，让全民能够检视啊，包括我们现在争议比较多的像党产的问题啊，也应该要全部在网络上公开啊，让全国民众大家可以去监督。那另外呢，你在这个那政党当然最重要是选举嘛，所以包括你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提名程序啊，那么也应该要有一些规范啊。那像美国的这个初选提名，他就不认为说是政党党内的这个家务事啊，而是由政府来主办，包括像党干会议啊这种提名的这种过程啊，也都有这个政府的这种介入啊。那这也牵扯到后面，那如果说政府能够介入，能够规范各党在同一个时间来进行这个提名的这种作业，不管是初选或者是党干的这种选举方式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淡化有关人头党员的这个问题。所以后面提到有关人口党员的问题啊，如果政府能够介入来办，以这个像这里面提到有关选罢法的一些规范啊，来适用在这个政党内部的提名程序上的话呢，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很担心的像人头党员啊甚至有些党去这个反浮选啊，去知道对方比较弱的这个候选人来胜出了，这种情况就可以比较这个不必太过顾虑了啊。那至于这个政治现金这一部分，我认为以政治现金法来规范呢，就已经可以很充分了。那政治现金法就可以规定一个个人或者事业体啊，他对这个政党他政治现金的这个上限啊，就可以做上限了。那如果说这个政党他在，所以我认为说对于还没有取得这个政党资格的，就纳入政党法规范的这个政党，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政治团体啊，来给他一些不管是优惠啦啊，或者是另外的一个一种规范的这种方式啊，使得他有机会啊，可以成长变成一个政党法规范里面的一种政党组织啊。所以我认为啊，我跟前面两位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前面两位对政党法的一个定位啊，是也掺杂了要扶植小党的一种思维在里面啊，所以主张说把对政党的这个补助款啊，可以比如说再降低啊，就像我们现在是 3.5% 嘛啊，就你得到全国性选举 3.5% 的选票，你就可以领得这个政党补助款。我的看法其实不一样，因为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从政党的这个角色的定位上面，它是要简化人民的这个程序啊。那如果说我们有太多的这个政党林立的话呢，是不是会使得我们这个目标啊，这个反而这个落空或者是弱化？所以像现在的规定，比如说要有 5% 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选票，才可以分不分区的，才可以分配不分区的席次啊。我倒觉得说这个可以降成 3.5%， 可是对政党的经费补助啊，应该要有 5% 的这个全国性的这种选举的这个选票，不管是总统选举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啊，你才有资格去分配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才有权去分配这个政府的这个补助款。这样目的呢，就是使得我们的这个政党的这个竞争啊，能够比较更单纯化啊。那就算说在台湾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我们如果这一次以5%来做门槛的话呢，那其实也至少有4个政党啊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款的。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在这个观念的这个竞争上面呢，已经是蛮充分了，也没有必要再把这个降低啊。那对于这个政党的财务来源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在规范它的这个来源，因为来源是捐赠。那捐赠民众捐赠的方式有很多。
啊，所以比如说他以他的股票来做捐赠啊，或者是他过世的时候把他的不动产捐给政党啊，这些都有可能啊。可是我觉得是主要还是要规范政党不得以营业盈利所得啊来作为他的这个作为他的这个这个经费的这种来源。那对于他的这个经费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比较更详细的规范啊。所以我跟有些这个草案里面所提出来的这种想法有点不一样，这个仅供各位参考，抱歉时间有限啊，这个我再以书面意见啊呈给这个大院，谢谢啊。那个杨教授没关系，可以第二轮发言都没有关系哈。我现在先征询我们几位教授的意见，那个陈耀祥教授说他要先发言，我不知道其他的，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照顺序来的，按照顺序就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吴盈德教授。那个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都可以第二轮发言。好，谢谢。主席，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委员及先进哦，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法律系吴盈德啊。那么首先感谢大院邀请我来这边就政党法的部分发表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那我就先从大院所提供的这个提纲的部分哦，发表我个人的看法哦。第一个是有关于政党法应该要规范的事项的范围哦。其实我在收到书面资料之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各个这个党团所提出来的这个版本哦。其实我发现大家所规范的内容呢，大概都还蛮接近哦，大概只是在特定的一些项目上面哦，会有比较有争议哈。那我想就规范的整体性而言，我想大概基本上都已经涵盖有具体到细致的部分都有，所以这个部分我其实我个人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见解哦。但是我想有关于政治现金跟党内选罢法的部分哦，其实它跟这个提纲所提到有关于政党的这个财务的部分哦，还有补助金，以及最后这个有关于政党的内部的惩戒的部分哦，其实在规范上面是有类似的这个状况哦。那其实刚才的前面所报告几位先进哦，包括杨主任所提到的部分哦，关于这个政党财务的部分哦，当然我想很多这次是主要要被讨论的哦，因为其实不外乎就是大家要处理的就是国民党党产的问题哦。那我想国民党党产呢，这是他这个历史上面的包袱啦哦，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应该要把它跟政党法来做一个切割的处理哦，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条例哦，比如说你是不当党产的这个来源的取得啦，还是用什么名称哦，另外用一个特别的条例来处理会比较好。那政党法当然它就是一个综合性，而且针对国内所有政党的一个规范啊，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妥适的做法啦哦。那因为这样的话的好处哦，其实我觉得在第一个呢，就是说你透过一个特别法方式来处理所有，但现在主要的剑靶是国民党哦。那他的这个党产的部分可能也许真的有不良或者是说有来源不明的情况，所以这个在审查或者是你甚至要在追讨甚至要追回这整个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哦，司法过程哦。所以其实你透过政党法来立的话呢，那我想一样会有这个挂一漏万的情况，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可以再思考。那再来就是关于政党的财务的部分呢，就是在提纲里面有提纲关于政党财务跟政党补助金的部分哦。当然，刚才很多学者先进提到说哦，这个绝不外乎大多数也都是引的是这个德国法哦。那当然，因为德国它是目前先进国家中少数有政党法的国家哈、哦。那当然以英美为例的话，英美其实也没有政党法的这个全国性政党法的规范哦。那么除了刚才杨主任所提到，就是州的部分有关于相关政党法的部分哦。但是比较特别是，如果你这个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德国政党法的规范哦。它关于政党的这个财务的部分哦，它可以政党甚至可以自营自己的事业，而且它可以去做投资。所以这个单就这一点的部分，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思维逻辑就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现在认为是政党是不可以做任何盈利事业，甚至不可以去投资相关的事业。但他政党法做这样子的规范的用意呢，其实是希望说政党呢他自己在维持他，简单说他把政党定义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执政权，所以我有必要有一定的财源来维持我政党的运作。那当然这个财源的来源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允许的
区间有多大？是说，只可以来自于党费的缴纳吗？还是说我在公职选举之后应该获得政党的补助金？那这个补助金的上限应该是多少？有没有一个下限的限制？好，比如刚才杨主任也有提到，你应该是全国性选举的 3.5% 还是这个 5%？ 按照得票率来看，好，还是说你可以更加的放宽到政党可以去从事某一些特定的事业来作为他的党的这个经费的来源？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要去引德国法作为一个概念的话，不是不可以，而是说如果德国的规范可以到这么宽，那我们台湾要采取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好，这个或许是可以让大院以及各位先进可以去思考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关于提纲二的这个部分，关于政党财务的部分，那我想第三个呢，这个政党补助金的部分，其实如果单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很多政治学的学者呢，大概在政党补助金的部分都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可能跟你这个你要取决一个你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哦。换言之，就是你今天的这个补助制度是要扶植小党，还是说我要舍弃小党，我只要两党政治，还是说我只要你要有一定的全国影响力的时候，我才补助你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可以再思考的部分哦。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补助？好，那如果要补助，那么他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门槛？好，就如同这一次的选举哦，大概看起来得票率可以达到一定比例的，大概就是三到四个政党。那这三到四个政党如果都要给他们补助的话，那这样子的上限应该是要多少？但是事实上，在地方型的选举，有一些政党他也有取得地方型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席次啊，议员的席次啊，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绿党也有，树党也有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政党，你要不要给他补助？他也许有茁壮的机会啊。如果你给他补助的话，还是说我们就觉得他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要去思考。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党内选举罢免的部分哦。其实这跟这个王金平哦，王院长哦，王前院长的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哦。关于人团法49条，关于民主原则哦。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个人的浅见是认为哦，这个可能你要去思考是司法审查的界限哦。因为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其实他引用的部分是有关于民法上面的一些概念哦。当然我们在规范上面是用的是人团法哦。那这个司法审查是不是能够真的要介入到党内的民主机制？哦，这个可能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哦。那我个人可以从，我觉得可以从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就是你在法律的规范上面，如果他的法律规范呢，党内的自己的党章或者是自治的事项哦，党内的自治事项的规范呢，他基本上已经符合民主的原则。好，那么在处理的相关的程序上面也符合民主的原则。好，那么司法上面是不是不要太过度的介入会比较合适哦？这样可能比较符合一个自治团体一个自治的这个内容的事项哦。当然，因为所有的党章以及这个自治事项的内部的规范哦，都不可以置外在我们现行的中华民国的法律之外啊。所以当然，它的前提要件是你的相关的这个法律的党章的规范哦，不能够违反法律的规定啊。所以我想，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着手的话，可能会比较妥适啊。那当然，刚才其他先进所提到关于政治现金法啦，这些相关规范，其实我认为都已经可以足以规范目前有关于这个其他的团体或者是自然人哦，对于这个政党的捐助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政党法部分，可能或许可以再思考是不是有必要再把它放进去哦。所以以上一点浅见啊，那么提供各位参考，谢谢。谢谢。好，谢谢哈。接下来我们请张传贤研究员，嗯。主席，各位，先进还有学者大家好。那个因为我今天是第一，这是我第一次在参加立法院公听会，所以不太清楚说那种发言流程，所以如果说等一下如果有讲错，或者是等一下请各位纠正一下。那关于今天的发言，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政党法的时候呢，我稍微看一下就是各个版本，那跟其他几位前面几位学者他们所看的，就是说他们所探讨的一个，他们认为说，目前不论是行政院版本，或者是说各党团民进党或各党团的版本呢，基本上都有 cover 到一些东西。我个人的想法是正好相反，就是说其实
我认为说没有错、啊、就是说在可以看到各个版本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呢他们缺乏了一个最根本的核心，也就是刚才前面一位教授他所提到，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是拿了一个版本，譬如说德国政党法之后我们就开始照抄，但是我们忘记了说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到底一个政党法所谓要创造的一个，到底是希望说让目前的政党继续能够提升它的专业程度呢，还是要扶持所谓小党啊、让小党？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main thing， 事实上它关系到后面整个的制度设计的问题。所以呢，我等一下所要探讨的部分呢，我是希望说从一个 main thing， 就是一个主轴，然后来去看，然后我所要分的部分呢，我的报告将会主要的着重在于所谓的政党政治现金这个部分，政党补助跟政治现金这个部分。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才会谈到其他政党法，目前各个版本政党法它还需要再继续加强的部分。首先呢，我们现在说看一下这一次各个版本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着重于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说不当党产的问题，另外一个部分是政治现金的问题。那在关于不当党产的部分呢，基本上我跟前面几位的教授的意见都是相同。我认为呢，这个部分的太过于复杂，而且呢，虽然啦，我们在条文上面尽量希望能够让它中立一点，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它针对的就是目前的国民，就是国民党，国民党。那既然呢，目前我知道，据我所知了，立法院另外还有在一个转型正义的推动条例、转推条例的部分，目前正在进行的时候，那我认为呢，在这一块还不如帮斗在那个部分，就是在不当，就是国民党就有党产的部分，交由那个部分去处理，我想呢会得到更深入而且全面且多元的讨论。所以呢，在这部分呢，我就在那部分不在这部分我就不讨论。我个人呢比较放在政党补助的部分啊，政党补助的部分。那我看前面说了，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谈到政党补助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各位常常会错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刚才尝试提到说政党补助，我今天补助小党是不是等于造成国会内部的就是说像刚才杨太顺老师所说的，就是说我今天补助小党是不是容易造成说国会内部啊很多政党然后在议事上造成的，基本上这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推论，还需要更深切的推论。相反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补助一些小党造成政党竞争的话，反而会让你的政策，就是因为小党他必须要提出更多的政策论述，然后呢才促进专业化。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在政党竞争形象，你会自然而然让政党更致力于研究让政策深化，而不是目前拿到一个政策来之后，然后就叫助理照抄之后呢，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抄了些什么，到底适不适合国情。好，所以呢，我个人所强调是造成在这国会内让小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资源，让他们成长茁壮，是我个人的前提。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看看哈，目前呢，在政党的补助的部分，以德国为例来讲，就是说它的以世界各国为例来说，每个政党的主要的财务来源呢，分成三种，就第一个呢，就是说政府补助。第一个是政府补助，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党员的党费，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私人的捐款，这三个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借由政党的资金的运作正常运作化，避免让他借由他的政治权力，让他的金钱越来越多，然后金钱越来越多呢，又转换成他另外一种程度的政治能力。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再控制他。但是呢，问题是目前啦，我们这三种层面，我们来分别来看。首先，在 public funding 的部分，就是说我刚才所谓公有补助的部分，公有补助的部分通常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所谓我们说像目前的来看，目前政党法草案的规定，是由政党法的既有的选举来补助，然后既有的选票来补助。
但是呢，他目这个也是被视为是最有民主也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呢，他就牵扯到补助门槛的规定。那刚才各位常常提到，就是说像德国啊，或者是常常其他西，我稍微参考一下，我不要每次都拿德国啊来作为范例。我参考了34个 OECD 的国家之后，我发现目前我国的 3.5% 在 OECD 的所有国家之中，大概只有比利时。大概只有比利时比我们高，其他呢几乎都是2%、1%左右等等。换言之呢，我国的目前 3.5% 说实在，着实来说了，是稍微的高了一点点。好，稍微高一点。如果你要促进小党的话发展的话，这不是一个不利于小党发展的情形。那各位可能会想说，哎，那如果说我们让小党更进一步去拿到钱的话，我们每年要花好多钱，好多钱在补助小党啊，补助所有政党补助的方案。那这部分我要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我国呢，在政党资助，在以政党法的情形来讲，政党补助的情形偏高。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如果各位来比较全世界各国来的话，我们来跟台湾跟加拿大来比。加拿大呢，在所谓的政党补助款的时候的部分呢，大概啊是大台湾是大概是加拿大的2.6倍。那稍微像跟德国相比呢，大概是德国的70%。但各位就像刚才杨太顺老师说的，德国它的政党竞争的状况是以政党为主，也就是说它没有个人的补助的部分。那台湾的补助的话，基本上包括所谓的政党补助，还有呢在选举的时候选举经费的补助。我们的选举经费是用票来计算的，所以两个相加起来的话，我们的那个关于所谓的选举补助跟政党补助，所谓政治补助的部分，100%远远一定是超过于德国。所以在这部分的我个人的建议是说，不妨我们第一个把门槛调低。第二个呢，把每一票的补助呢，把它降低，譬如说从目前的50块降到比较适合的20块左右。那我第三个所要强调的东西，就是目前呢，我们的政治补助的部分呢，事实上都是以现金为主。我相信呢，是参考德国政党法的来源呢、啊。但是问题是，各位可能没有不太清楚，就是说在目前许多的欧美先进国家，另外一种补助方式，譬如说是以电视广告这种补助方式啊，甚至呢，你也可以用秒数，譬如说用政党比例的方式，让大党比较有多的秒数，然后让小党呢，就是给小党机会，让他们呢在对全国民众进行宣导他们的政见跟他们政策。所以呢，我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呢。好，政党政治现金还有政党补助公共补助的部分呢，基本上还有相当多的讨论。那我希望等一下还有时间能跟各位再讨论这个部分，谢谢。哎，接下来我们请李理祥教授。主席，各位委员，在座的学者专家，各位先进，我是世新大学法律系吕立强，第一次发言，针对今天这个大院所，请我表达意见的这个议题呢，我有几个想法，首先是关于说，到底政党它的一个在国家整个政治运作体系里面应该要扮演怎么样的地位？由于我自己也是留学德国，所以我自己的想法也比较偏近于德国这种对把政党定位成一个准备取得政治权利的一个特殊的人民团体。那这种准备取得政治权利的特殊人民团体，它就必须要相当程度的符合宪法秩序对于一个国家公权力团体要有的规范。包括刚才很多学者专家都提到说，政党内部的民主的要求就必须要比其他的人民团体要高，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也赞成政党法独立于人民团体法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谈的。那第二个，的确我们今天的政党法，从媒体，然后也从这个各个党团所提出的这个草案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争点，就在于说不当党产的规范或者是处理的问题。那相较于前面各位
学者先进的意见呢，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那我先说相同的部分。相同的部分是，我也赞成要有一个独立的法律去规定，而不是放在政党法里面。那我的理由是，政党法其实是一个一般性的关于政党跟人民的法律关系，或者政党他要如何取得权力、政治上的权力，或者政党内部的经营控管这些事项，这是一般性的。但是不当党产，就是刚才有些老师很明确的指出说，这个其实针对是一个特定的政党，而在宪法的这个法治国的精神下面，原则上是禁止所谓的个案法，禁止所谓的个案法，而这种很明显针对某一个人民团体或者某一个政党的这个法规范，硬是要把它镶入在一个一般性的这个政党法的规定里面，我认为这个在体系上是会有问题的，是会有问题的。而事实上，之所以要禁止个案法，的确也是要避免立法机关，尤其是这个取得政治势力的这个国会多数党呢，透过这种类似偷渡的方式去打压，或者是说去剥削一些政治势力比较比较弱势的这个政党。因此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下才可以容许这种个案法。而针对个案法的订定，也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法治的程序，或者说宪法正当性的要求。那所以我这边附带提一下，就是参考的部分的这个草案有关于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的问题上面，有一点也供大院参考，就是我想特别指出的，就是某一些草案里面特别提到那种推定的概念，就是透过用推定这样一个法律的技术，把没有办法证明这是正当的党产，就把它推定成不当的党产。这一点我认为会有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问题？就是例如这个很多草案里面都提到说，恐怕只有形式的合法性，这些党产只有形式的合法性，而没有实质的合法性。但是就算真的没有实质合法性的党产，也需要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去证明它没有实质合法性，而不是反过来由现在持有以形式上合法持有的人证明它是合法的，它是合法。那就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这边还涉及到宪法里面所要处理的一个法律原则，就是禁止真正的不溯及既往。就是不溯及既往禁止原则，那尤其是真正的不溯及既往原则。那宪法上认为说，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这种真正的溯及既往。那这种很例外的情况，当然就指的其中一项，就指的是说这个党产本身是违宪的状态下所取得的。这种情形用这个真正的溯及既往去规制它，使它恢复到和宪的状态，这是 OK 的。但是即使是如此，也必须要由国家公权力机关、主管机关也好，或者是宪法法院也好，去调查，去证明说这个政党或者说这个党产的确是违宪的。所以就这个部分，我想特别指出，就不管是在大院这里政党法里面要规定，或者说在其他的场合要规定，我想用推定这样的方式会有一些宪法上的争议。那回到政党法本身，有几个点我想特别指出的，包括第一个就是政党它的裁员的问题。就这个部分，我的想法跟前面几位学者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认为政党的对于事业的经营不应该做过度的限制，不应该做过度的限制。固然没有错，会有一些利益输送，或者说政党跟财团有可能合流的情况。但是这些我认为这个比较是属于后端管理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情况也可以透过资讯公开，或者是说这种财务报表的这个揭露来做一些控制，然后透过社会的舆论来做一些形成一些压力。而之所以我会采取在这里可能相对少数说的想法，是我认为一如刚刚所说的，政党就是一个准备要成为政治团体或者政治公权力机关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我们的国家的钱的运用，各种基金，或者是说各种这个在预算法上对于财产的运用，其实
在这几年的观察，其实是相当程度的放宽，包括各种基金，它可以去经营，它可以去，甚至它可以举债，然后透过各种资息的运用来扩充它自己这个资金的规模。那为什么政党的财务或者说政党的财产不能够做这样的运用？而且这是一点。那第二点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或者比较弱势的政党，他在政党补助或者说他在这个其他的这种我们现在已有的制度上的党费也好，或者是说选举的补助可以取得的钱相对少的情况下，他也许更需要去营业。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前面几位学者没有特别谈到的关于媒体经营的问题。目前我看到的版本，对于政党去经营媒体或经营事业，都仅限于卖一些什么纪念品，或者是说一些宣传品，还有出版业。那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就是如果他可以经营出版业，他为什么不能经营电视或者其他的广电媒体？那可以想象，就是其实在去年年底的那一种广电三法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其实讨论很激烈，就是党政军到底能不能经营媒体，或者党政军是不是要退出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脉络上面。我自己也程序我那时候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我真的认为政党如果去经营媒体，或者说政党参与媒体，并不是那么的洪水猛兽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事实上在整个条文的脉络上面，如果政党可以经营出版业，那是一个相对影响力可能比较小，或者说现在大家比较不爱看的一个媒体类型。那何以不能够经营一个大家比较爱看，然后比较能够推广它的影响力的一种媒体？那就这个部分，也提出个人的浅见，也许过于疏漏，也就教各位。那最后我想提政党补助，政党补助的意义，就像刚才一些老师有提到，其实他在鼓励小党。而为什么要鼓励小党？其实是要促进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意见、政治立场的多元的发展。目前的小党可能过未来，可能在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的转变的情况下，就可能成为大党，就可能成为大党。所以，过高的这个政党补助的门槛，其实必然会造成小党难以生存，造成小党难以生存。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政党补助的门槛定得很高，那反而可以论证或者说证立我之前所谈到的，说政党可能要容许他有其他的财源来充实自己，然后来推广他的这个政务。那我的时间到了，在这边先告一段落，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请施正峰教授。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首先，我要讲说，觉得我收到看了有七个版本，民进党就有四个版本，然后三个版本是台南市的立委提的，我还以为这是台南市长提名的前哨仗。那高委也不晓得有没有来，你是要选新北市长吗？不然你干嘛也在提案？我是说，民进党那个党团要打屁股，或者昨天不是礼拜二党中央有开一个什么党政协商会议吗？啊，你们怎么弄半天也没有去对照？啊，你们如果这个如何来跟亲民党跟国民党来比呢？你要执政的不能应该这样子，要打屁股。我坦白讲了哈 ，OK， 好。第二个是有没有必要政党法？我必须要讲说，大家都来拿德国，因为我们法律都是留德国的啦。好 ，OK， 那我们这个看到欧洲国家好了，张教授也做的研究比较多，就是说有政党法的，除了英国是比较其实是形式上的啦。好，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澳国。好，然后看到德国，好，那法西斯政党嘛，就是法西斯政权嘛，才会要控制他嘛。然后呢，接着是西班牙跟葡萄牙，也是一样，跟蒋介石一样的那种独裁者啊。那再来就是中欧、东欧的那种共产国家嘛。那我们干嘛跟人家比呢？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啦。好 ，OK， 其实比较重要是那个政党的财务的这个部分啦，那个是很详细、很详细的规范啦。好，我坦白讲，那可能要更用心一点点哈。OK， 好，所以我也同意这个杨教授讲说，如果是这个国民党党产或是怎么样，就是特别法就好嘛，弄一个五年、十年。
念把它处理掉就好，干嘛弄一个伟大不掉？其实一看一看就是后面那些东西，大家表好像跟我选区选民说我有提案的那个样子了哈。同样的，党内这个贿选就是所谓的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选罢法就可以规范了嘛，干嘛又要何必又拿到这边来干什么呢？好，那所以这是我一个比较第一个质疑的，甚至于呢，我们实证上来研究来看看，就是说其实管越多的哈，就是说政党法管越多的，其实选民的那个所谓的对于政党的信任度表示是越低的。好 ，OK， 更何况我们现在有更多的那种参与的那个方式，新兴的政党，如果把它绑死的那个样子，我某种程度认为说是现有的政党是要把这个政党的那个板块是把它冻结住的哈。OK， 好，那那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是也他没有办法处理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是有讲到合并，比如说那政党结盟怎么办？啊，选举的时候共同提名怎么办？这些都是没有提到的哈。OK， 反正你这些抄德国就是了嘛，那么简单。那我念政治就念假的嘛哈。OK， 好，那接着我第一个要质疑，就是大家第一个就讲民主原则，什么叫民主原则？那是不是就是讲党内民主呢？那这其实是那个所谓的内造跟外造政党的这样的，才有这样所谓的党内民主。通常讲共产党跟那个左派的政党才讲党内民主，啊，有党内民主就要灌人头啦，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规定的话，那我们保守党，那英国保守党不是要去自杀了吗？那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新党，现在还有没有新党啊？那新党应该是解散了嘛，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造政党嘛。好，那是不是我就是那鼓励造假？坦白讲，你不要拉100个人或200个、300个人，那个差别是有差不多吗？好。OK， 太简单了，我要找人头，公司里面找一些所谓身份证拿来就好了嘛。好 ，OK， 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都是在形式主义的哈。那人头党员，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你若是国家公办这个所谓的公办的这样的初选的话，人头党员就已经处理掉了啦。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没有人愿意呢？我也是很怀疑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灌得差不多了嘛，而且现在的灌跟以前的灌不一样，现在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县市首长的时候是公然的，大家都是自己拉派拉人拉派系，地方派系，然后中央的派系都在灌人头，啊，这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嘛？啊，如果真的要做，要把这个流放把它割掉，那就是用啊公办这个所谓的部分了哈，所以我是觉得伪君子太多了啦。像以前台北市市议员廖冰良就这样被党主席就这样子把他斩头了。我觉得啊，后来现在大家都在惯了，都是没事嘛。反正一个人哈，我跟你讲，一个人当小偷不可以啦，然后结伙抢劫的时候就没事了哈。OK， 好。比例代表这个部分哈，我觉得欧洲国家的哈那些国会议员，我又碰到，那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开除党籍，然后你的国会议员身份就不见了，这很奇怪。一旦选上了以后，他是代表国家的啊。我不知道，包括德国、丹麦，我的理解如果没有错的话，虽然我是留美的，对欧洲是没有那么熟了、啊。好 ，OK，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是这个说党主席不是把他当作党尚方宝剑吗？然后大家就窝在那个党主席旁边的话，就像小鸟依人以后，那我以后还有这个选民，心中有选民吗？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样子啊。好 ，OK， 所以我是有点是奇怪的啦，哈。同样的，我是觉得有关于议长这个中立的部分，哈，我觉得哈，那个讲太快的时候，舌头都会咬到，我不骗你的啦，哈 ，OK。所谓议长中立，大家也知道说，美国哪有议长中立的啊？我嘲笑野大的时候，我当然是要制衡你啊。那我是执政党欧尼尔的时候，我当然是全力帮着总统去想办法，每个礼拜甚至每个礼拜要到白宫去跟总统去吃早餐。是有一些总统比较抠啊，像卡特而已啊，一定是这样子啊，他要盯紧。然后要来小以大以，那当然就是要透过议长啊，不然我选国会选的那么认真是要干什么？选假的嘛，是骗人的，不是吗？那还是要回到朝小野大好了，再制衡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奇怪。那甚至于大家在讲英国，其实英国它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哈，形式上是议长是中立的，哈，那会找一个甚至在野党哈，我们看到如果在野党可以的话，我也尊重他在当的那个选区我不提名，但基本上是因为他们是内阁制，内阁制是我掌有国会的过半数。所以呢，国会的里面，它是立法行政是合一的，国会只是让你们在那边到处搞而已。坦白讲啦，你们在野党提什么案嘛？啊 ，OK， 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我议长是谁不是那么重要啦，如果你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拉下来。坦白讲，这没什么好讲的啦。好 ，OK， 所以大家讲了一些好像膝盖讲了那些话啊，说议长要中立，然后这个总统不能兼党主席，讲多了以后，好，我跟你讲，你在野党可以这样讲，那你执政了以后，你想一想，你以前在刁国民党，下次人家在刁你的，我说。
要讲太多话会咬到舌头了。好 ，OK， 好，接着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哈的政党补助这个部分，其实这一块是蛮大的，就是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说一个是捐款了、啊、哈，那政治现金，一个是国家的补助，然后是盈利的部分了、啊、哈。我只是先讲一下，就是说有关于捐款的部分，我看了一下，其实是很难规范的啦。我看了好多国家都规范，实质上是很难很难规范。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现在的过去的是财团，我现在捐款给候选人，其实现在更简单的、啊，我现在只要我去经营媒体，或者是我跟媒体买广告，让你每天上 call-in 节目就好了、啊，然后曝光度就好了、啊。其实现在是到底那个媒体是财团、啊、还是媒体自己在养立委，我也搞不太清楚了。你可以规范吗？我不知道。好 ，OK， 那很多人在想上节目，人家讲民进党说为什么老是那几个在上啊，害我都好像不会很认真的样子啊。好 ，OK， 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啊，你要如何去规范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是很难。第二个，国家补助的部分，我是觉得有点担心呐、啊。我们因为过去是国民党有钱，那民进党是穷的要死嘛，所以他要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国家补助的话，我看到欧洲的情况，我很担心的就变成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国家去挖钱的时候，变成朝野轮流执政，其实大家在分赃而已啦，变成一个就是说啊，大家会联合垄断。我相当担心，所以我同意应该要降低这个所谓的补助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补助部分如果不降低的话，我觉得刚才在我看那些草案都说要拿钱来做政策研究，鬼扯啦，你应该把至少拿一半的钱弄基金会做研究啊，不然你放在你口袋里干什么的？你以为你是要光宗耀祖啊，然后就赚钱吗？啊 ，OK， 我觉得是相当反对的啦。那么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小党的部分，我是相当的不安逸啊，因为大家拿到欧洲嘛，它欧洲大部分的除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英国跟这个所谓的法国以外，基本上西欧跟北欧都是政党比例代表制啊，它的精神就是要让小党出来嘛。但是我们现在朝向总统制的时候，如果小党林立的时候怎么办？如何整合这个法案呢？然后如果到时候要协商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总统制配合多党的时候是相当不稳定的，这是我的不安啦，不要太媚俗了哈。以上，谢谢。好，谢谢施教授。我们接下来请陈耀祥教授。陈耀祥教授讲完这个林立禅立委哈，他要求发言。那我们等他讲完，等请林委发言。好，谢谢。主席，各位在场的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各位贵宾，哈，大家早安。很高兴呢，这个大院的邀请来参与这个政党法草案的公听会哈。那今年是2016年，明年呢就是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哈。那我写在硕士论文的时候就写政党法的东西，一晃眼之间也快30年了哈。那很高兴呢，快三十年后呢，我们终于立法院在审这个政党法这个草案的问题哈。在以前呢，我们是把政党放在这个人团法里面来规范啊，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性的哈，是有点贬义政党的地位哈。那刚才很多的先进有提到很多的宝贵意见，我这边先提到我个人的看法，说第一个哈，政党法的立法跟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是两回事情，这一定要先搞清楚哈。因为政党法是一般性，是未来性的规范，哈，这个绝对不是要处理不当党产的。不当党产它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它是要处理过去的，我们所称叫矫正当时的违宪状态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所以请大院的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政党法里面不应该去处理所谓不当党产的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这个政党法的立法，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宪法征修条里面第5条有引进德国的违宪政党禁止制度，好，这刚才很多的先进比较没有提到这一点哈。那为什么当时那个当然的时空背景哈，当时最主要可能跟民进党有关系哈。那德国呢，不只是规定在政党法，德国最重要它是规定在宪法，它的联邦基本法21条就规定政党的地位、它的任务、它的功能、它的财务公开、党内民主、违宪政党的禁止、解散等等这些规定。那为什么刚才有教授提到说，为什么只有德国这些国家？简单来讲，德国就是一个从威权走向民主的国家。它为什么要宪法里面会另外会有定一个政党法？简单来讲，它的基本逻辑就是这样：有民主的政党，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当然是德国的政治历史背景，这个英美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所以为什么模仿德国的这些国家定的政党法，这些国家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都是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包括土耳其等等，这是都有一段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过程
阿根廷，这个也说都是一样。那我们要问一下，说我们台湾的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制定政党法？哈，那我个人看法，我从这个台湾的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台湾一样应该要定政党法。那我认为，甚至于政党的地位是应该提升到宪法层次的。哈，这是我上面所提的。哈那至于草案里面是大同小异的，我认为制定政党法的目的有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政党的任务，然后政党的所谓党内民主，政党的所谓的公平竞争，另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是一个是财务的公开透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多元意所谓的政治意见的流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小党。那各个委员还有这个党团还有所谓行政版本所提的，其实第一条里面的定的是大同小异，那反而是亲民党的党团里面比较有提到这个财务的问题。其实德国在规定政党法里面有很重要的两，就一个是人，一个就是钱嘛。人的部分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党内民主里面怎么样去设计这个政党的组织，然后呢整个政党包括整个提名制度，还有包括我们所讲的政党的这个部分呢，它党内还有一个所谓救济制度。为什么德国要先党内要有政党的所谓的法庭？为什么？因为政党本身它是一个所谓的自治的，好，它是一个内部的民主。所以说，基本上如果有个别党员被侵害，在德国法的概念里面来讲，它是侵害到他个人的所谓基本权，党员的基本权。所以一定要什么？如果说这一定要设一个有权利必有救济嘛，一定要设一个救济制度，让他去提。如果说没有办法，才另外一个向法院去提，是这样子，就先党内。然后再向外部，这是整个基本的法治概念是这样子建构的。那我们目前各个政党里面比较有设计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大概是民进党的仲裁制度，哦，那国民党大考其实它有一定的程序。不过这个地方来讲，我认为是从政党民主，哦，这个基本概念是什么？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德国法里面所讲叫防卫民主的概念，这是英国跟美国没有的，因为英国跟美国基本上没有那种多独裁像希特勒这种概念出现过，所以这个防卫民主简单来讲，它就防止这种所谓领袖政党或防止这种独裁政党重新回来，这个是它最基本的一个理念。所以这我们在设如果要设计政党法，这个是一个要思考清楚的地方。然后呢，刚才有提到，如果人的部分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他的比如说政党比例产生的国会议员，那如果被开除党籍，是否要应该丧失这个开除党籍，是否丧失这个委员的那个，尤其这个议长的部分哈，我认为这个地方的确有不同的见解哈。那的确刚才有提到，政党比例他选出的，他只是一种所谓的在整个选举制度的设计。他出来，他还是有他一定的民主正当性存在的。那是不是，尤其是国会议长？国会议长其实他有双重的民主正当性，也就是说，除了他本身政党所选出以外，他在国会产生的过程，他也是一种民主正当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把他开除党籍，然后反而导致一种所谓可能总统或其他领袖可能借此政党的机会是侵害到立法权，我觉得这个就会产生那个违宪的争议哈。就像我们所讲的马王政争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毕竟发生在我们实务上的政治案例呢，我认为这个应该在设计上要去处理的哈。所以这一点，我是建议这样政党法里面这个东西是要去处理这个部分哈，就是关于党员的这个所谓的撤销党籍或是开除党籍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关于钱的部分哈，大家都知道，钱的部分基本上来讲，第一个，我认为政党它跟企业不一样，它不是盈利团体啊。政党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政治团体。政党经营事业呢，基本上是一个例外的状况，不是说完全禁止，是一个例外的状况。什么例外状况？在德国法里面，他也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是要跟他宣传他政治理念是有关系的。那以前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党政去退出三台？那是早期，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所谓的媒体资源，尤其是电子媒体资源的稀有性的问题，所以要求这样去处理，因为这会涉及到政党平等的问题。那以目前来讲，我认为政党如果是经营类似平面媒体也好，或者是网络这种电子媒体也好，我觉得这开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这个没有稀有性的问题。那至于所谓的无线或者是有线电视，我比较持保留的态度了哈。这当然这可以再做一些细致的思考。那第二个呢，除了这个事业界，另外一个就是所谓补助的问题。刚才大家已经提到补助的问题哈。
第一个，我认为我们这，因为我们还是采政党比例代表制，小党还是要它有流动性的存在的可能，所以认为这个门槛第一个不能太低，不能太高，基本上来讲的话，认为现在目前所谓 3.5 是可以适度去下降的。最重要要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德国政党法第18条就规定得很清楚，它的补助是有上限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总额补助的概念。总额补助就是说我 total 就是饼就这么大，那各个政党来分，这样才不会造成国家的财政的重大困难，太多钱大家来挖钱，所以那个要有设那种所谓的屋顶的概念，一个总额的概念。第二个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补助呢，应该我认为来讲的话，基本上这个补助呢，是因为要让政党形成它的政治意见，所以应该一定的比例，比如说50%要用在政策，不用在人事费用，所以做这个在立法上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三个，政党不能完全靠国家补助，这在德国是被认为是违宪的，只有部分的补助而已，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政党的补助的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是像政治现金或者像一些选举制度呢，我认为这是由政治现金法或选罢法去处理就好，不用放在政党法里面。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陈教授。还有陈教授，我刚刚特别跟这个议事组，你们有一些意见可能跟我们的提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各位教授，如果你们提出来的，你们觉得这个条文想做修正，你们可以提一些书面的给我们，我们来做提案那个修正动议，好不好？谢谢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黄国忠，是是，林伟，那淡姐哈，希望林委员发言哈，没关系，你先讲，你不是10:30，哎，对。主席，我们各位教授、先进，还有我们的行政官员，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早。其实立场刚刚也真的很认真的记每位教授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说都值得我们学习啦哈。那我今天也是用学习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政党法，因为我们公听会也是希望听到各界的一些意见啦。其实我们的从法制面来看，目前政党法相关就是相关的法案不完备，大家也都认同。十几年来人民团体法的规范是很宽松的。那记得在89年的时候，我们那个燕版也是提出政党法的草案，可是到现在105年，躺了十几年还是在这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蓝绿没有共识嘛。反正大家就吵到最后还是没办法，所以本席认为啦哈，就是在如果大家为了台湾好，我们第九届的立法，我们的立法院就应该要把这个法去把它立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去弥补我们政党法这些就是为法制上的一些切漏啦哈。那关于本次的那个政党法，本席一贯主张，其实国民党就应该要对社会大众说明清楚我们的党场的气象。那政党法就是政党的社会责任，其实国民党应该要向民众说明嘛，那回应民众的一些疑虑。那我觉得在法制面上，若有任何的不当，我们就要把就是不当用不法手段取得的，我觉得就应该要归还政府。那任何政党都应该要遵守，我觉得这块是一个民族国家基本的原则啦。对，我们不能跟他吹公共呢。那国民党已经，我前一阵子也知道，国民党已经对外公布决议了，要求中央及积极的回应民意。大家应该在座教授也都有看到啦。那把党产扣除党工的退休金以外，全数捐出公益团体或政府团体。那本席必须指出，政党法草案涉及很多层面啊，从设立、组织、管理都在这个法案当中啦。那财务问题只是整个政党法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我自己认为啦。那现在大家都焦点都在党产的议题，却忽略了目前各委员提出的版本，有些真的，刚刚也有很多教授提出来。那立场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们的党政经退出媒体。那其实党政经退出媒体这个院版在24条的时候就有规定，政党不得投资或经营盈利事业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我们都知道媒体自由、新闻自由就是一个民主国家过程，就是努力的过程嘛。那我们也知道，这努力那么久了，我们广电三法才有了一个进展嘛。那广电三法里面也禁止政党就是直接或间接去投资电视台嘛。可是在民进党委员的版本里面就有看到提案中，虽然也是明文禁止政党经营投资盈利，但盈利媒体那个电视台嘛，但却开放政党投资经营新闻纸，然后杂志、图书等出版事业，这不是等于开了政党法，就是开放政党可以经营报社或杂志社吗？啊，那不是开了后门吗？我个人觉得啦，那本席认为政党法就是党政军退出媒体这件事必须要做好做满，绝对要走完最后一里路啦。我们不能只是广电三法邀请政党退出电视台，然后却在政党法里面又允许政党去办报出杂志，然后这我个人的想法啦。那也提供就是各位先进大家可以就一起来思考，因为刚刚也有几位教授包括我们王顺文教授有谈到这一块，那个世新的李教授有谈到嘛。对，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来谈到附属组织，因为觉得说从目前政坛现况来看，许多政党政治人物都有设立基金会，为了培育啦，刚刚有很多教授谈到培育我们的政治的人才啦，那可能收受外界的捐款啦，其实帮政党培育下一代，你政策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有啦，我们应该这么说啦。那大家都设立基金会，那用基金会去操作很多事情。那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委员提出来的法草案中提出，常常使用一个叫做政党附属组织这个名词的定义概念，其实本席认为啦，由政党控制还是就是所谓的附属组织，它里面写的是由政党控制人事、财务或业务的法人团体或机构嘛。那本席认为，如果以附属组织这个名称如何去定义，我们上次也有跟团体去讨论，你如何去定义它是政党控制的，还是派系控制的。那如果在一个政党里面有两个派系 ，A 派系控制的，你要算它是政党控制的，还是人民财团自己基金会自己控制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要去把它明定深清楚啦。那从深化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转型正义，就刚刚有教授提到，我觉得还蛮正确的，不是个案的法，就个案就为了个案去定一个法啦。转型正义就应该要真正的去做，就是去立一个法啦。那转型正义不是处理国民党的党产是不够的，其实党产议题只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那本席认为转型正义除了真正就把真相还原之外，也要去做预防相同的问题再度发生啊。现在不预防，可能过了十几年后又要来设一个不当哪一个党的不当党产又开始处理，觉得应该要去把它设好。所以本席还是主张啦，蓝绿两党不该再陷入政治的恶斗啦。那我们应该要往前看，应该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的角度来思考，应该建立完善的政党制度啦。如果真的为台湾好，我们第九届的立法院就应该尽快订我们的政党法跟财团法人法啦，才能弥补我们在法制上的缺漏。当然这是个人小小的建议，因为刚刚坐在上面，我待会刚好有一场活动要去参加，可是也想说表达对于刚刚坐在下面然后各位教授所发表的意见。那我也很感谢主席，就是如果大家的一些想法可以再提给我们，让我们这个制度面在第九届真的去把它立法起来。感谢大家。好，谢谢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黄国忠教授。
我们等第一轮都讲完的时候，我们再休息哈。主席黄兆杰委员，我们李教授的公子李委员，那非常有代表性的林立产林委员，刚刚林委员所讲的转型正义的问题，我在亚马逊书店里面找到了大概50本的英文书，可能会挑20本哦，建议我们国会图书馆购买。政治社会学的权威杜瓦杰出生在法国的波尔多，当过欧洲议会的议员，去年12月16号97岁辞世，写了一本经典之作叫做《政党论》，分析选举制度跟政党的数目，分析政党的内部结构，还发明了半总统制这个名词。这几天国民党主席选得如火如荼，候选人姓氏的谐音刚刚好等于黄红成绿，国民党也面临了命运的秦昂丁。依照杜瓦杰的说法，党员选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圈圈而已，其实从党主席一直到选民国民有非常多的圈圈。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由党籍国会议员跟都道府县的干部 投票选举，美国两大党总统候选人有超级的星期二、超级的星期六，同一天两大党党员投票或者党团投票，才不会发生说跨党投注、同党换注的这种闹剧。有人缺席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选举，而且有很多人缺席所以党内也需要解决。在人头党员决定立法委员候选人的时代教育大学的校长告诉我抱怨说三温暖的女孩子都是民进党的党员，那现在连日本都有民进党了。后来提名方式变得比较精致，选区的民调也许再加上排统独的民调、排蓝绿的民调，甚至排贫富的评调民调比较接近投票时候的母体。个人建议说要做跨周边选区的民调，这样才能够鼓励立法委员跟候选人行公益、好怜悯不会沦为火车票的立委跟病房的立委国民党被今天的报纸嘲笑为路人党其实像美国柔性政党一样，让路人甲、路人乙都能够参与党主席跟立法委员候选人的投票国民党必然能够浴火重生、遇水则花。台湾的政党结构其实是从列宁式的政党演化而来，毛泽东说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那刚刚开完的人民代表大会跟政治协商会议，外国媒体就直接贴上橡皮图章的标签我们也差不多了，礼拜一开中山汇报，礼拜三的中常会已经像立法院一样是走马灯式的发言，中常委合个言而至。那更糟糕的是礼拜四才开行政院院会，总统兼任党主席为的是操纵或者自以为能够操纵立法委员的提名。其实依照民意选出的内造政党最能够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个人主张党籍民意代表依照他在选举时候的得票数在党内有相同权数的表决权，可以选举党主席跟提名立法委员。主张集体领导的林德虎委员有82761个投票权，耶鲁哈佛双学位的黄伟哲委员有146414个投票权。张宜凤庭长的判决书写得非常清楚，党章不能够超越人民团体法跟民法，所以国民党最好的防御方法其实是正义哥哥蔡正元委员所讲的党主席以连任一次为限，
被告国民党没有经过合法的党主席代理，所以三审的判决都当然违背法令。再来是政党补助，依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多次的判决，各个政党不可以联合起来挖国库的金矿，募款得到多少钱，党费收多少钱，才可以得到相同金额以下的补助。然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说，金钱可以用来食衣住行，可以用来吃喝玩乐，也可以用来做政治意见的表达，用法律限制用自己的金钱来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乃是侵害政治意见表达的自由。政党制度跟国会制度息息相关，主席主持议事本来就应该公正超然。院长跟副院长退出政党活动，是因为现在是稳定的多数。如果像英国国会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一样，只差一两票，那就实在是没有退出政党活动的空间。难道各个委员会的召集委员也要退出政党活动吗？公职人员对政党的公职分担金，还有不出席甲级动员的罚款，其实都会仰赖大小资产阶级的奶水。其实英国国会有相互伙伴的制度，与党的委员跟野党的委员，各一人搭那个新兴干线到北海道函馆，那这样国会表决的结果是一样的，不需要课处罚款。我个人非常希望暨国栋委员能够向大法官申请解释。那一开始我们提到杜瓦杰的政党论，最后会讲到马丁路德大学教授的著作《政党国家德国》。作者霍教授提到说，基本法第21条制定以后，政党在宪法跟宪政秩序上取得了特权的地位，有意跟无意的会排挤小党，不能够反映多元价值的民主社会。我希望说政党法不要变成政党管理法。长期以来，台湾只有统独，没有左右，只有蓝绿，可能没有是非黑白，我们的政党政治还要做一番深刻的反省。好，谢谢各位。谢谢黄教授，接下来我们请蔡律师。对，蔡坤州律师。主席，然后各位委员，然后各位先进，大家好。那今天讨论的题目是这个政党法。那但是我看了提纲之后，我发现就是说，因为不好意思，下一页。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商务律师，那平常处理的是商务案件。那就所有提纲里面，我唯一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关于政党财务面的一些相关的议题。那我在看了各家的这个版本之后，我发现其实虽然政党法看似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一个法案，但是其实各个版本的草案里面，就一点其实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针对政党财务的部分，包括行政院版本或各个党团的版本，好，或是各个这个立法委员提的版本，其实都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要求政党不得经营、投资、盈利事业。那另外一个呢，是要求呢，政党的财产如果就是说没有在过渡期间呢合理的处分或移转的话呢，必须要交付信托。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则，不得经营盈利事业跟交付信托是目前所有版本的共识。那可是这边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讨，就是说，那所谓的不得经营盈利事业跟交付信托，实务上应该要怎么执行？其实会发现，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如果我们以这个行政院的版本作为这个基本的讨论的题材的话，会发现这个行政院它其实在立法理由上面，它其实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
第一个呢是避免呢政党呢因为这个经营事业或投资盈利事业而有所谓这个利益冲突或者这个道德风险的问题。那第二个呢，经营利事业呢，它严重违反政党它的成立目的，因为政党它应该是要以赢取民心，赢取这个民意支持作为它的成立宗旨，而不是以这个盈利或者这个赚取这个财富作为它的这个成立目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会遇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政党它毕竟是一个组织团体，那它有这个营运上面的资金上面的需求。那第二个呢，政党它本身的财产，它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管理机制。那这个部分呢，并不是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就可以简单的解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以政党接受捐助为例好了。那当然就是说，概念上大家可能想象是接受这个现金的捐助，但是实务上有可能政党它是接受，例如说，公司股票啊，或者是这个股份的捐助。那这样是不是就变成它也违反了政党法的不得投资盈利事业的规定？所以，单单就这个23条这个不得经营投资盈利事业这样的规定，你直接去贯彻下去的话，其实它是会发生实务上会发生问题的。那另外呢，针对那个交付信托的部分，在行政院版本第45条，它只简单的写就是说应该要在6个月内交付信托，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进一步去探讨，就是说那交付信托它实际上应该怎么规划。下一页，谢谢。好，那刚刚其实有一个简单的信托的图，不好意思，上一页一下。这个我相信各位委员其实有这个实际端详过信托相关规定的，可能只有少数啊，可能只有这个律师出身的几位委员对信托的实务比较了解。那信托并不是说我把这个东西交付信托，我就跟这个财产完全没有关系的，错了。其实就信托，因为它是一个从英美过来的一个制度哈，那你即使你把这个东西交付信托的话，其实这个委托人跟这个财产之间还是有千丝万缕之间的关系哈。那目前这个政党法的规定，我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它其实就是一个眼不见为净的规定而已。它并没有办法，就是说透过交付信托达到刚刚讲到，就是说避免这个利益冲突或者道德风险，或者是呢避免呢政党呢它变成一个好像盈利团体，甚至是一个刻意拿来避税的一个工具这样子的立法目的。好，我们看下一页。我这边直接讲到重点哈，那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这个工会里面进行这个教育训练的教材哈。那其实呢，重点在于就是说这个信托的性质，它究竟是一个公益信托或者是一个私益信托，它是一个自益信托或一个他益信托。那目前其实针对这个我直接讲了，就针对国民党党产信托的这个争议，之所以呢，这个虽然已经交付信托，但是仍然不能够让这个一般大众觉得就是幸福，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益信托，它就是一个私益信托。这个信托的经营哈，最后还是回到国民党身上，甚至就是说，因为这个利益的这个枢纽还是在的关系，所以说你不能够在想象上你不能够避免，就是说会觉得说，哎，那国民党他为了让这个信托财产有更多的收益，那他在执政上面有去扭曲一些执政上面的措施哈。好，下一条，下一页。好 ，OK。好，那这边呢，一样我直接讲重点哈。那重点来了，那就是说在规划这个政党他进行信托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就是说是不是要强制哈？因为如果规定到法律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法定信托，而不是一个任意性的信托。是不是要规定这个信托财产的使用必须要使用在公益上面，而不能只是用在这个私益上面，而不是拿来做一个节税的功能哈？因为其实虽然说大家目光都放在几个大型政党上面哈，但是不要忘记台湾有很多奇怪的小型的政党，那他们其实是以政党为名呢行这个逃漏税之实。那我相信呢，如果就是说没有办法贯彻政党法的这个目的的话呢，像这样子刻意逃漏税的这个假的政党其实还会继续存在哈。那下一页。OK， 我这边有特别画了几个初体的部分哈，跟本案比较有关系的哈。首先呢，
既然政党法规定它是一个法定信托，那这个法定信托它的性质跟它的一个后面的配套措施，甚至规划的细节，其实我认为都应该要由这个不管是主管机关或者是贵院这边啊，要进行下一步的规划。那更重要的是，我刚好提到，就是说现在政党的财产交付信托之所以还有这么大的争议，重点在于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自益信托还是一个他益信托，它是一个公益信托或私益信托。那我因为时间快到，所以我直接讲重点哈。那特别是依照目前信托法的一个规定哈，当然这其实也是全世界信托制度的一个共通点。如果它在约定上面它是一个自益信托的话，其实这个委托人哈，因为他同时也是受益人，通常呢他对这个信托财产他的处分呢，他其实那个权利还是保留的。好，那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们强制规定它是一个他益信托或一个公益信托的话，那等于就是说政党跟这个财产的距离其实已经非常遥远了。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规划，例如说可能只有小部分会回馈到它变成它的营运基金，那绝大部分它必须要用在公益事务上面。好，下一页。好，那直接再下一页好了。好 ，OK， 我刚刚本来是要提到一个所谓消极信托的概念。好，上一页谢谢。再上一页。下一页，不好意思。好，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叫消极信托哈。消极信托其实在台湾实务上其实就叫做借名登记啦，这个大家可能这个有run过实务就知道。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个隐匿财产的一个方法。那这一次在这个几个版本里面，其实它有考量到这个问题，但是可能就是说在做规划的人，可能他跟这个商务的这个实际运作可能比较没有经验，好，所以他可能意识到有这个问题，可能会透过所谓消极信托的方式去隐匿财产。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律师界或司法界，其实对于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些很具体的经验可以提供给大院或者是给这个主管机关作为参考。那重点是在于就是说信托的契约跟信托的约定里面，针对这个财产的处分权，好，跟最后这个财产在营运的时候是由谁来做决定，它是怎么样规划的。好，这个就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今天既然我们政党法要把它规定成是一个法定信托的话，在这些相关的细节上面，其实主管机关不能够只写到说第45条应交付信托这样这么单纯而已。好，那特别是如果今天我们预期到就是说其实不单是国民党而已，我想每个政党都会有相同的问题啊，这个财产或大或小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每个政党他都会遇到他需要营运资金跟他仍然需要进行财务管理这样的需求。那如果说我们在法律上面只有规划就是说要把它交付信托，那后续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定的话，那其实在执行上其实根本是空的，根本没办法真正的执行。那反而是到时候今天假设他一样约定成一个自益信托，甚至约定就是说不好意思，下一页不好意思。因为其实还蛮多的啦，但是我这边就停到这边就好了。好，那如果说我们甚至还约定就是说这个委托人或者委托的这个政党他对于这个财产的管理仍然有一定的权利的话，那其实这个信托是空的，它完全是空的。那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就是如果说这个部分还是委由主管机关再进一步进行规划的话，其实可以参考一些就是跟这个财经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例如说我们律师公会的财经法委员会，那针对这个信托的规划的这边提出一些建议这样子。好，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蔡律师。我们最后一位请陈纯斌教授。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贵宾各位教授大家早。我想今天来的几位教授里面大概只有我是南部来的啊，所以个人非常的荣幸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贵院来表达一点个人的浅见。那也许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啊，还就叫各位先进啊。那因为我本身是学政治的啊，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那所以我大概也写了一个书面的资料啊，也许可以供这个贵院来一些参考。那时间有限呢，我个人就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报告。那么针对今天的所给我的一个大会贵院的一个讨论提纲啊，在有关政党法应该规范的事项的范围里面呢，那么有关政治现金呢，还有党内的这个选举选罢法啊，那么这些办法已经有制定了，是不是应该在政党法里面规范呢？那我个人认为说，如果政治现金跟党内选罢法已经在其他的法规有
规定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就是依照这些法规规定就好了。那么如果要在政党法规范呢，其实也无不可，但是呢有关的规定呢就必须要把它删除啊。那么对于这个既有的党产的问题啊，我觉得在法律的规范上，那么不应该有针对某个政党的特别立法。那么如果有不当取得的情势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依法依理啊规范国家。所以呢我觉得在政党法里面呢不应该针对某个政党来做一个特殊的处理。那至于在政党的财务如何规范，在草案的第24条政党不得购买不动产，但办公室之处所不在此限。那我个人认为呢，我同意政党不应该炒作土地等不动产的行为。但是呢，如果某一个政党在某个县市，他购买了很多间的大厦的办公室多间，那么多年以后呢，把它卖出，或者呢，他买了多间办公室部分隔间出租给不特定的人士来收取租金，那么算不算是违反第24条草案的规定呢？那么政党是否可以用财产投资盈利事业？那我个人呢非常同意，虽然我不是学法律的，我非常同意刚刚蔡律师的观点呢。我不太了解政党何以不能投资盈利事业的理由为何？那刚刚呢这个听了蔡律师的高见呢，个人非常的赞成。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赞成呢，政党其实是 why not， 他为什么不能投资经营事业呢？如果现在很多的我的看法其实也刚刚跟这个几位教授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如果政党投资事业他如果有不法，那基本上这是另外一个法律规范的问题。那事实上有很多的法人或者有一些经营事业的问题，他事实上也有投资的行为。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草案呢，我有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不能投资经营事业或者投资盈利事业，那政党如果他投资股票基金跟债券可不可以呢？他有没有违反草案第23条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我的看法，另外就是说政党呢我认为是很难避免财团左右跟影响，否则任何民主国家的游说团体呢它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呢在防弊或许可以比照一些欧陆国家，就是由国家依政党在国会的席次，刚刚很多先进提出来了，或者全国不分区的总得票率，依照比例原则来补助竞选的经费。那么如果在竞选期间他有违规或者违法的政党呢，我们可以减扣他的补助款或者处以罚款。那么因此呢，谈到政党补助金呢，我想是这个政党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呢。那么参考一些欧陆的国家呢，我觉得奥地利也许他的一些做法也许可以来参考。他基本上对政党补助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公共事务的工作补助。那么基本上呢，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在众议院有五个席次以上的政党呢，他可以获得就是国家既定的这个补助款的一个既定的补助。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门槛呢给降低，比如说国内的政党只要他能够获得二席三席以上呢，他就可以固定获得一定的补助。那么他对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有些政党他即使没有获得席次，但是呢他在整个全国不分区的总得票率达到1%以上的选票的政党也是可以提出来要求补助，但是呢他补助只补助一年。那我觉得这个规定也不错。那现在国内目前据我所了解，能够达到这个全国不分区的能够达到1%以上的大概也不少。但是呢我知道目前的这个规范呢是 3.5% 呢可以获得这个50块以上的补助。所以呢我认为其实政党的补助对小党是不无小可。那事实上呢这个也是鼓励这个小党在整个政治的发展里面呢他的一些发言权。那么提到有些学者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学者，他认为为了政党在民主政治过程的民意汇整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减少政党受制于巨额的捐献，以及为了创造政党之间的公平竞争以及减少贪腐的可能，所以他认为国家对于政党补助是有其需要的。所以因此我提出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政府补助竞选经费广告的另一种做法，是在选举期间可以提供特定的某个时段供政党来阐述他的理念。
可以由政党向媒体包括电视广播购买时段，那么哪一台呢可以由政党呢自己决定，依照政党得票率分配播出的时间，或者呢推荐全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以及政治团体呢分配一定的时间来播出。那么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发现，中选会如果不在广播或电视上广为宣导者，或者在电视上宣传时间不够的时候，则一般年龄较长者以及教育背景较低者，甚至对政治不太关心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全国不分区如何投票的问题。那像我自己的母亲呢，父亲就是80几岁，这个知识背景坦白讲也不太高。那我的经验就是说，事实上中选会在这一方面宣导，我认为是不够的。那据我所了解，在 YouTube 里面有一些政党曾经放一些他自行宣导如何投不分区投票的一个广告，那我觉得对这些年轻人是 OK 的，但是对年长者，我认为他的宣导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 why not 让政党自己本身可以分配一定的时段，他可以去直播他所需要传达给他的选民所需要的内容，不仅活泼而且比政府所宣导的我觉得是有趣多了。另外在第四点，党内选报法的规定呢，我个人认为呢，无论党职的党内初选或者公职的党内初选，都应该在选报法或者政党法里面规定。但是呢，草案第33条只规范到县市层级，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扩大到乡镇层级呢？这个我有特别稍微看了一下，在33条里面呢，大概只讲到这个县市，那么乡镇可不可以？那最后呢，就是有关这个国会议长的问题啊。我认为国会议长由全国不分区的立委来担任呢，是否能够维持议长中立的角色，跟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特别的规范？那我个人认为呢，议长呢，国会议长不应该由全国不分区的立委来担任，反而应该是由区域立委，为了要彰显立法权的国会主权原则，以及符合民意政治责任政治原则，所以建议的议长应该由区域立委比较具有这个所谓民意代表性，而不宜由全国不分区的立委来担任。所以呢，议长应该退出党团的运作，或者暂时停止党权，以示议长的中立。那么事实上呢，英国议长的这个选区啊，通常在野党会不推出候选人来代表他这个所谓的同额竞选，以示对议长的尊重。所以呢，由全国不分区担任议长呢，似乎很难避免政党对议长议事中立的干扰跟影响，反而是有被开除党籍而丧失议长资格的可能性。所以呢，如果由不分区立委担任我认为应该有适度的规范。所以呢，我觉得反而柯建权呢，反而比苏家权还适合担任这个议长这个职位。以下个人的浅见，谢谢。好，谢谢。那最后一位，我们请曾教授，曾建言教授。曾建言教授发言完，我们休息10分钟，好，那再请内政部回应，然后再第二轮发言。好，以上，谢谢。黄委员，各位在座的委员，各位先进，各位教授学者，各位早安。那我仅就这个政党法提供我一些个人的关于立法方面的意见。那首先就是说这个政党我们要给他，首先我们要立政党法，要给政党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定位。那么我们现在政党法是放在这个一般的政治团体啊，那么所以使得这个政党啊，它脱离了就是内政部可能对于因为这个政治团体它关于这个它内部的财务监督等等啊这方面的疏漏，所以使得这个政党脱离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监督跟规范。可是我们要了解说，政党呢它并不是一般的民间团体啊，因为政党呢它是以这个凝聚国民意志，然后参与公职选举啊，那么我进一步呢来执掌地方或者是国家政权为目的。所以呢，当这个政党呢它进入了这个国家政权或进入地方政权之后呢，它其实是一个准国家机关它是这个它是这个国家跟民间中间的一个中介的一个一个机构那么它具有准国家机关的这样一个性质所以呢我们不能把政党当成一般的民间团体来规范，所以这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要订立政党法的原因。那也因为
我认为说政党具有准国家机关的这样一个性质啊，所以呢，对于政党啊在从事这个盈利事业啊这方面的规范呢，或者政党从事这个投资经营的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这个要加以这个严格的规范。那么就我的看法就是，其实我是不赞同啊，为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利益回避。如果政党啊，他没有进入到，他没有获得这个任何的这个中央或地方的这个政权，或者透过这个政党的政党比例的席次来分配到国家的一定的权力的话，那他是一般的民间团体，好，那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他要从事一些投资什么，那么我们可以严加规范。可是呢，当他进入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当中之后，利益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啊。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蔡英文的这个兄弟姐妹投资昊鼎，我们就对于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这么样重视，那蔡英文的他所兼任的这个党主席的这个民进党，如果他也来投资啊，也来经营这个公共经营各种这个盈利事业的话，这个利益的冲突的问题，那更显严重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注意。那怎么办呢？啊，那么政党呢，他怎么样来维持他的经营呢？我刚才讲过了，政党是一个准国家机关，所以呢，国家对于维持政党的这个正常的一个经营呢，国家要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赞同，就是国家对于政党提供这个政党的一定的这个经营上的补助所以因此我认为政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那么作为准国家机关，在它的财务来源部分呢，那么我的看法就是大概有主要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政党的他党员的党费第二大类呢是政治现金第三大类呢就是国家的这个补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是认为都是属于不当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我认为是不当，那么甚至是认为是不应当来作为他的政党财源的这个来源。那所以呢这个关于政党是不是这个怎么样来确保政党不要受到这个财团的左右？那么只要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选罢法或者是人民团体法都有类似的规范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企业单一的企业或者是个人或者人民团体对于这个政治团体的这个捐助我们都有一定的限制。可是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政党有大有小。刚才也有学者提到说，小的政党你也要注意，要规范。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企业对于政党的捐助对于单一政党的捐助呢，最多不能超过300万。可是我们要想一想你翻开那个我们这个政党的名册，除了前面排名前面几个大党之外，大概有将近200个政党，他可能全部财产加起来不到300万。因为有很多是名目的小党，他只是为了怎么样，因为成立政党很容易，所以他这个为了可能要节税或等等其他的理由，所以呢他成立了这个政党他总财产可能不到300万。所以呢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公司稍微有点钱给他捐助呢，就可以控制这种小党他整个发展整个方向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在那个对于那个这个对政党的捐助我们还是要除了这个我们既有规范之外，要加一个上限也就是说单一的企业或单一的人民团体或单一的个人，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的捐助我举例来讲，比如说他不要超过那个政党他年度的收入的比如说5%那这样他凑满10个也才有50%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去稀释掉不单单是财团，也许是个人或者是怎么样，对于那个单一政党的这种控制当然如果政党他的财产越多他的规模越大，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企业或个人要对他的影响，那当然就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所以我想这部分呢，我们是可以考虑定就是这个对于政党捐单一政党捐助的一个上限一个比例上限。
好，那然后再来就是对于这个党产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我们政党法应当是针对啊一般性的，不要针对这个单一的哈这个对象来进行针对性的立法。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才会制定政党法啊？因为二十几年前的这个政党法提出来之后，一直被党在立法院啊立法呢，一直受到阻挡，到今天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啊，因为国民党成为少数党，我们才让政党的竞争有一个机会，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规范啊当中。那么，所以呢，关于党产的问题，当然是很针对性的。因为只有国民党才有党产的问题，好，那所以呢，今天如果在立法当中，如果我们在审查政党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把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啊拿进来一起来审查，或者是在政党法当中订立一个处理国民党不当党产，也就是说这个从旧法从旧有的没有规范的情况，到进入到立法实施之后这个过渡期间啊，我们对于这个国民党旧有的问题呢，给他一个法源。啊，让这个内政部啊，可以另外去订定一个这个好、啊、立法院啊，另外去订定一个党产的处理条例。那如果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呢，那么很容易啊，会让这个党产的问题啊，它就是就地合法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对党产问题，我大概这样看法。所以呢，对于这个前面有几位学者提到党产信托的问题，我从前面讲这个对党产啊，对政党的这个。事业经营的这种限制来说，党产信托是专业经营的、啊，所以那个是党产的信托的收益，还是归于那个原来的政党？我认为这个是不妥的啊。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就是说，在立法之后呢，对于这个政党仍然拥有这种投资事业的部分呢，啊，那么它显然违反政党法的精神，我是建议呢可以加以没入。好、啊，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第一轮发言都结束，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请内政部，补充，然后再第二轮发言哈。那要第二轮发言，我们请议事组去了解。好，以上，谢谢。还有饭吃，对不对？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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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那我们先请内政部做补充说明，然后中选会刚才也有要求要说明，如果各个单位还有要补充的，等一下可以先跟议事组或者举手一下，我就会处理哈。然后我们各位教授要第二轮发言，或者是你们要提书面资料，或者是你们要提修正动议的，也请你们在这个时间点都能够做一个处理。那等这个内政部跟中选会发言结束之后，我会请我们的教授做二轮发言。那现在有在这边张教授是不是？对，张教授。现在有在这边有记录说要二轮发言的是张传贤研究员。那其他还有要二轮发言的，也请登记一下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内政部次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教授，今天早上非常感谢有这样的公听会各位教授所发表的意见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受益良多。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大致上有下列几点来跟各位做简单做个回应第一点是大家大部分都认为要制定这个政党法是有必要的。它里面的重点的项目大致上是有聚焦的那同时呢，大家也觉得说政党法的内容可能需要再跟现在已有的其他的法律，譬如说政治现金法、行政中立法、广电三法、选罢法，甚至党产条例将来在党产的部分另立党产条例来做规范，这是比较合适的，而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放在政党法里面。当然有教授说这是立法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因为立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行政院是建议是说是要把它分开是比较好的那大部分的委员大部分的教授大致上都是这样的这个意见。至于第二点，政党的地位教授认为是要提高到宪法的层次，其实不是说提高，我们其实目前我们就是把政党看成是宪法的这个层次。譬如说我们虽然现在暂时宪法这个政党的这个规定是在人民团体法，但是从人民团体法里面的第58条的处罚里面政党如果要解散的话，那必须要送到大法官所组成的宪法法庭来做决定。因为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的第五条第五项，他说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次序者，他是属于违宪，所以政党要有违宪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被解散。所以这个就隐含是说我们现在对政党的这个地位是把它看成是宪政的层次的。那接下来的以下各点大致上从各位教授所发表的意见里面我们把它截取说可以值得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在修法的过程来讨论的我们原来的草案，我想我们的我们的教授应该都有我们的草案，而这个草案在这个礼拜一也经过我们内政委员会在这边也有答询，也有一些辩论那各个不同的委员当然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那我今天早上的印象是认为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有不同的意见，譬如说我们政党到底是属于公法团体呢还是人民团体。那我们研究的这个资料显示说欧洲比较把它看成是公法团体，那有很多委员有很多学者是留学这个德国的，但是英美或者是美国也比较把它看成是人民团体，但是我们也不敢讲说它就是一定是公法团体或者它一定是人民团体。看起来我们的草案好像是介于两种那至于说是比较偏向于哪一个我想这条文里面各有它的千秋，那最重要还是要内政委员会有一个共识，或者是立法委员在这个立法的过程有一个共识那对于我们现有的条文做一个征修，那这样的话这个会就变成是我们的这个政党法。关于党内民主的部分
像说什么叫做民主原则啊，这个啊大致上也有不同的意见啊。那刚刚施正峰教授所提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加以参考。另外说在党内民主相关的要保护由德国所衍生出来要保护政党里面的这个民主啊，那需要在政党里面有仲裁申诉的这个制度。政党自己不能处理以后啊，才寻司法的途径处理。现在我们草案其实是相同的哈，那这个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哈，那这个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关于人头党员的部分，建议说是不是政府可以来公办政党的初选？那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啊，我们也可以再加以讨论。另外关于补助，就是政府补助政党的部分啊，大致上大家都认为。目前我们从5%的门槛降低到3.5%是一个方向，从3.5%再降低，大部分的人也都赞成，但是也有建议是说每票的补助的金额那个值把它降低，另外还有提出来说要有一个总量管制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国家每年补助政党的要有一个上限啊，就是整个国家。就是编这么多预算，那有多少的这个政党超过这个门槛的话，大家要按比例来分配这个预算，而不是说按照现在的你拿多少票就是补助多少，这个也是一个概念，也是值得我们将来再继续把它厘清的。另外补助款要明定它的用途比例，譬如说政策研究，我们是不是如果补助里面的40%或50%，你规定你一定要用来作为政策研究的之用。另外还有说你是公益的这个活动教育这个选民的这个项目也是明定说你要用的项目，包括信托的收益或者是信托的这个财产也是要用在公益的等等这样的这个规定也有建议说在这个法案这个法条里面去规定的。我想这些我们都可以再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接下去有关投资盈利的部分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是说大家对于说到底政党是一个公法团体呢，还是人民团体，还是介于这个当中比重是怎么样呢？这个会影响到是说是不是我们要开放让政党来投资盈利。如果你把它看成纯粹是人民团体的话，那为什么你要去限制它？但是你如果把它看成是所谓的准政府团体或准公法的这个团体的话，那你当然是要这个政府要介入来这个管理，所以当然是不允许他去投资那这个会跟国情是有相当的这个关系。目前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过去有开过公听会大家的意见比较多的是认为是说禁止他有这个。投资或者是盈利事业或者是经营事业的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是对于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办公场所是可以免除了。那刚刚有教授提出来说，如果他在南部租了一大片的这个公寓，然后隔间然后就出租，那这个算不算是盈利？我想这个政党法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些政治的法案都必须要依赖各个政党开大门走大路。如果你我们以现在的这些法案这些法的这个规定，你要走这个要钻这个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政党法里面30-40条的条文里面规定到说你所有的漏洞都没有。那这个当然就是既然大家要有一个公正的这个环境，那是大家要共同来维持的那不是说你要继续民营，包括刚刚的信托，那当然就是信托实务上的话，不要说是一个这个训练的教材就是一本参考书就是光是去书局买，光是信托的这个书籍我想大概就有好多好多好多本了所以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要在政党法里面规定，那当然就是要透过我们这些政党来这个开大门走大路来这个
遵守。那另外就是说，补助的话会不会造成压抑小党，或者是说要鼓励小党？我想这个我们过去在国内也讨论了非常多哈。其实根据我们统计啊，如果是5%的话，我们目前是有4个政党可以；如果是3.5%的话，是7个政党；如果到1%的话，其实最多也差不多10个政党所增加的金额其实是有限的啦。只是我们不能定成说零，你只要出来参选都有。那如果出来参选，我们现在有296个政党，大家都出来参选，所以你要到2%，或者是跟德国一样，日本是2%，德国是1000%，是1/1000啊。那其实这些，其实只要是大家有共识啊，是可以的。因为他我们以现在的这个3.5%的话，我们好像是花了2亿多嘛。那你再增加到把它降低到2%，或甚至到1/1000的话，其实大概是多个几百万而已啦，因为已经没有那些那么多的小党可以符合这个门槛了所以这个金额倒不是太大的这个太大的问题，而是说那个精神我们要定在哪里那个主旨我们要定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共同要讨论。另外，议长中立的问题我们觉得刚刚有一个教授所讲说，其实不分区选举的机制其实也是一个选举的方式，跟区域的委员、区域的选举也是另外一种。两种选出来的委员其实他都具有正当性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有所谓的这个议长要离开就是他当议长以后就必须要说他不要参加这个原来政党的这个活动。我想我们的草案，其实我们行政院的看法是认为说，这个其实应该是由这个各个政党的自己内部去形成他们自己的共识，而不适合在这个政党法里面来这个规定。那也就是说党章的部分可以由各个政党凭着他们的理念来做。那刚刚也有教授讲说，如果现在是反对党跟执政党相差2票的话，那到底这个议长会行政中立吗大家也都是很怀疑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有进一步在讨论的空间。那至于说有教授说我们这个政党法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政党管理法，那其实这个是我们的我们真正是希望这样，而所以才会采用大部分来讲重要的项目我们才会去规定一些门槛。不然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说，我们的草案是朝低度管理的这个理念来进行的而不是说政府要介入政党的这个这个运作他的选举以及是他的政见等等这个是我从各位教授所提供的这些意见里面，我稍微把它整理简单做这样的回应，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现在请中选会那个庄处长。主席有委员那在场的各位学者专家跟机关代表先进门大家好。那非常感谢主席给中选会一个这个补充说明的机会那首先要针对刚那个陈正斌教授那提到中选会在这一次总统立委选举的过程当中好像先打不利的样子那这部分首先要提出一个说明那事实上这一次的选举中选会多元的管道我们前面进行先导那这一部分在中选会的网站上面大概都有相关的说明资料，那就这一部分首先特别跟这个陈教授来做报告。那其实陈教授提到了，就是说这次全国不分区跟侨界国外国民的立法委员选举中选会这个电视上宣传的问题，那这一部分也要特别说明那这次的选举总共有18个政党登记全国不分区跟侨界国外国民的选举那其中有16个政党跟中选会提出申请要求在电视频道以公会来做电视宣传那中选会也安排在5个无线电视频道，从1月11号到16号，也就投票前一天我们在5个电视频道每次1小时去播放政党的宣传录影带那这一部分跟那个陈教授做一个说明
那其次，就顺便啊，就是说，中选会相关的有关的议题哈、啊，这边也简单做一个报告、啊，就是有关政党补助跟公职人选举党内初选的部分哈、啊。那首先是在政党补助金的部分，那政党补助的制度目前是在公职人选举罢免法里面规范哈。那政党补助金是由中选会来拨付哈、啊。那在民国1985年，国家发展会议哈、啊，那对于这部分朝野政党曾经达成共识哈、哦，就是说国家对于政党的补助应以协助政党从事政策研究及人才培养为主，那现阶段可以在选报法中酌予提高补助的额度，那后来1986年选报法修正的时候就把这个补助金额从5块钱啊、哦、提高到50块哈、哦，那并且将原来是一次性的补助改成这个常年性的补助哈、哦，这个大幅扩大了这个政党补助的这个范围哈。哦，那截至目前为止，中选会拨付的这个政党补助哈，累计大概有94亿1056万4985元哈。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哈，依法也是由政党领取的这个候选人竞选费用的补助金加上去哈，那总金额就有115亿2159万。5325元哈、哦，那如果未来这个政党补助的制度这个改在政党法里面去定哈、哦，那由内政部来办理这个补助金的拨付哈、哦，那这一部分中选会是尽表支持的哈、哦。那但是这个政党法制定之后，事实上政党的这个定位跟属性哈、哦，可能跟一般人民团体就不同哈、哦，所以政党在领取这个补助金的权利的时候，相对哈、哦，事实上也应该有一些做限制哦。刚刚有老师提到哈、哦，好像是施正峰老师提到他已经离开了，他认为是政党补助制度哈、哦，有可能这个由于政党分赃跟垄断的这种危险性哈、哦，在政治上不容易控制哈、哦，所以有关这个政党补助的这个用途或者项目，然后要不要申报的机制，怎么样去查核，或者甚至要不要一个总额限制等等哈、哦。学者专家跟刚刚内政部的陈次长都提到很多意见哈、哦，那这一部分当立法的时候可以去做考量哈、哦，那让这个法能够这个定之后，有关政党财务能够符合这个政党财务公开的这个原则。那另外第二点是有关这个公职人员初选的问题哈、哦，那目前公职人员选举这个政党推荐哈、哦、是候选人登记参选最主要的方式啊、哦。那特别是在这个全国部分区跟侨界国外国民的立法委员选举哈、哦，那这个候选人的登记跟这个排序哈、哦，那几乎完全是由政党垄断的哈、哦。所以就诚如杨太顺教授跟施正峰老师也提到，除非有这个公办初选哈、哦，要不然这个政党提名在政党法里面做一些这个原则性规范是必要的哈，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哈。那另外就是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像政党如何提名候选人程序跟一些相关细节规定，那政党法里面实际上应该规定说这个是政党党章这个应该载明的事项哈。那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那个中选会的说明。那我们二轮发言，第一位我们请张助理研究员哈，张，时间一样8分钟好不好？5分钟啊，要跟老公，没关系啦，慢慢讲。我想我应该也讲不到8分钟，因为第二次发言的内容应该比较少一点。那啊，主席、各位会众，那中研院张传贤第二次发言了，就是我刚才听了几个，就是之前有些人有些学者他们已经不在位置上了，所以就听了他们发言受教非常多。但是我同样发现一个，就是我刚才在第一次发言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法案或者在看一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法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过来照抄，然后我们没有去看说事实上在运作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配套行为。就是说像刚才有许多学者他们在强调说，德国它本身没有禁止所谓的
党营事业啊，或者是他们说他投资事业是允许的啊，为什么你要有必要禁止这种行为呢？但事实上我刚才不断强调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禁止的并不是说一个盈利的行为，我们禁止是权利跟什么跟权利跟所谓的利益之间的结合。那也就是说，如果各位去稍微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以德国目前的政党，它事实上它的收入来源，我们说三分之一是党费，三分之一是捐赠，三分之一是公共补助，其他没钱了。那如果说他真的可以这么做，他真的可以盈利事业来赚钱的话，他真的有一些，也的确了，有些政党他们有投资一些报刊啊，或等等这些，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赚钱的话，为什么那些钱没有？不会变成他的收入之一呢？事实上是因为说德国，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利益回避的部分，还有譬如说像游说法等等，这边规范的相当严格。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看一个德国的政党法，我们发现说，事实上没有这种情形的，没有允许他投资其他事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事实上还要看其他部分？那相对的，台湾的以目前台湾的国情来说，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允许台湾的政党能够继续投资这些所谓的盈利事业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那我想大家可见而知。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希望就是说，不论是内政部或者是任何学者，日后呢在提出这个时候，他必须要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全面的去看这个政党法它其他所牵扯到的层面。那要修的时候就是一起修。要做的时候就是一起做，而不是呢，我今天拿了一个政党法之后，我就开始照抄，照抄了以后，其他部分不做，或者是说其他部分留了相当大的空间，让政党他仍然能够利用他的政治权力，然后来不断壮大他的党产，然后造成说所谓的我们日后政治上的问题，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部分，我要强调的部分就是说呢，我刚才谢谢中选会这边的答复哈，我刚才要强调说这部分就是说，目前政党的资金来源，就是以大不多数的国家来就一个有政党法的规定来说，仍然局限于三种，而且是原则上就只有这三种，第一种是捐赠，第二种是党员的费用，第三个是公共的补助公共的补助，这三个的部分呢，基本上。就说它都有它的目的存在，它都有目的存在。在公共的补助的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说借由公共的补助，让政党能够专心在政策的制定，还有政策的推广这部分，政策制定跟政策推广的部分。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够制定一些新的政策。那在这个既然这个目的，我刚才一再这样强调，就是说目的跟立法之间的结合，需要我们。利用给政党这些钱的时候，同时需要他能够做一些事情。那怎么样让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是说降低门槛，造成政党竞争。像刚才很多学者他们都提到说，补助的话会不会让政国你降低补助门槛会不会让国会的政党？我讲国会里面的政党变多，我想这基本上是两码子事了。就像我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养小孩，譬如说我有个三岁小孩，我今天不养他，我一定会过，他一定挂掉，他没办法好好长大嘛，对不对？但我养他，他以后就变李远哲嘛，好像也不尽然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资助这些小党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形成一些社会压力，造成大党的让大党自动自发的促进。这种情形之下的话，你就不需要在政党法里面定说你的资金只能限制拿来说，你要制定政策啊，或者什么教育什么等等这些，今天是没有用嘛，对不对？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强调是说，像捐赠的部分，为什么我们会强调捐赠？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政党更透过民间，透过这样跟民间相结合。然后去扩展党员等等的这部分嘛，那同时呢，在公共支出的部分，我必须要来强调，就是说公共支出它现在刚才有两个部分，就是中选会的部分有强调，我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在政党的部分支出，另外一部分是选举经费的资助的部分。那目前我们的选举经费的资助呢，仍然是采取说什么一票多少钱，但事实上呢，这个问题这个。
我是说这个同样是没有跟目的上进行结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欧美都有一个先进国家都有一个趋势，就是说选举的经费必须要透明化。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情形，就是说因为选举越来越高张，所以让所有的人，就是说一般只变成有钱人才能参加选举，那所以我们要有选举经费的透明化。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个部分选举经费的资助，然后来跟选举经费使用的透明化来之前进行结合呢？有啊，大部分国家都是用部分资助的方式，然后来鼓励候选人参加，来鼓励候选人，就是说，比如说，我资助你50%的竞选经费，来鼓励你啊，竞选经费的透明化，用这种方式来达到你的目的，啊，这是一种在立法或政策在制定的时候的一种技巧。那我希望就是说，在日后在设定就是说我们政党法的时候，能够尽量的运用这种技巧方式，然后来造成就是说先有个目的，然后再进行立法，然后这个立法的目的尽量去这个不跟你你立法的行走方式的取向跟的方式尽量去跟目的性进行结合，这样子的话到最后你出来的结果，你的立法结果就不会跟事实上你要需要达到的效果相去太远。那如果说只是像目前一样，就是拿一个国家的政党法来就开始照抄的话，到最后你只会创造出更多的漏洞。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好，谢谢张传贤研究员。那我们还有一位是曾建言，曾护教授。曾护教授讲完的时候，我们再请法务部的那个宋检察官。好好，黄委员，在座各位委员，那各位先进，那么第二次发言，那就刚才还没有谈完的问题，我继续再阐述我的意见。那么关于刚才提到就是那个政党的这个财务的部分，那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政党的这个应当接受政党，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政党的定位，它是准国家机关啊，或者是公法社团。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政府机关，我们有一个政府资讯公开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当然了这个他也承担的这个国家或政府部分功能的，或者甚至是最主要的这个决策功能的这个政党那么我认为他也应当要这个资讯公开。所以关于他的财务的部分，那当然就是要公开，接受这个一方面接受监督，一方面接受这个内政部的这个政党审议委员会的监督，另外一方面呢，他通过公开接受这个民众的这个监督。那么这样就对于我们提案当中所谈到的这个财团操控的问题呢，其实透过这个大众的监督，就可以让财团可能对于政党的这种影响所形成的人民对于这个政商勾结的这样一个疑虑呢，那会受到这个压抑所以把这个政党的这个财务状况呢公开在阳光下，其实是管制这个或者防止这个财团财团的这个控制最好的方法。那么关于这个然后呢，关于这个政党法对于政党内部的这个秩序的规范的这个密度问题，我是认为就是这个应当是低度的这个规范我们要尊重这个政党的自治那国家呢尽量对于这个政党或者是一般的这个人民团体呢，他内部只要他符合这个他的这个章程符合法律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对他的这个日常的党务的运作呢，我们只要做那个合法性的监督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过度于去涉入到政党内部的事务。那刚才有提到说什么叫民主原则，那个这个民主原则我们当然不是采取中国大陆的那个民主的定义，这个就是政党的他的这个决策程序跟政党的他的这个党职党务的党代表这些形成呢，他必须透过
党员的自由意志哈，那么自由的选举哈的过程当中来产生，我想这个是很基本的这样一个观念啊，这个倒不需要有什么样混淆。那么在那个尊重这个政党自治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政党它内部啊，它这个它的内部的党职人员的选举呢，我觉得这个政党法其实是不需要规范啊，那只要它的这个章程呢、啊，它规定好啊，符合民主原则，那内政部的这个政党审议会去啊。给予这个一定的这个监督，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哈居心民意的这样的规范。但是呢，对于政党关于公职人员的初选，这个我倒是赞成哈，应该纳入规范啊，因为公职人员的选举哈，这个我们这个选罢法已经规定了，那么政党的初选现在也已经纳入我们现在立法当中，好，所以呢，让这个部分呢、啊、能够更加的完整，就是遍及所有的这个包括刚才陈春明教授所谈的乡镇这一级的这个公职人员选举呢，的初选，如果有初选的话，那么我也赞成一并的纳入哈。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今天我要提出来，就是关于这个不分区立委以及这个国会议长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是实施两票制，所以呢，不分区的委员呢，他其实也还有独立的一个民主的这个正当性的基础。所以呢，我们的选罢法也规定了，就是这个关于不分区的委员呢，他是不适用罢免制度。但是我们呢，又透过什么？通过这个党纪的这个问题呢，当他撤销了党籍之后呢，他形成另外一种变相的罢免。而这个罢免人呢，又不是透过这个选民，而是由政党的内规政党的家法来处理。那这个显然就是漠视了这个第二票的这个选民啊，这个全部不分区它背后所彰显的这个人民对于这个政党对于这个政党所提名的这个不分区立委他的这样重要的这个政治上的附托所以我们知道在德国这个不分区的。这个国会议员、他不会因为他的党籍被撤销他就丧失了他国会议员的地位。我觉得这样一个精神呢，我们应当要在我们的选罢法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政党法当中要去再去重申这样的观念就是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实施两票制了对于这个不分区委员他的独立的这种民主的正当性代表性呢，我们一定要予以尊重。尽管之前这个大法官会议好像331号解释吧说这个他认为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党纪的这个撤销呢可以那么他是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可能要重新来思考检讨这个问题大法官会议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形成新的民意来决定我们对于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样的定位。如果有这样的定位的话呢，那么国会议长不论他是从区域选举产生或者是从不分区产生，他都有民主的他都有民意的代表性。那么这个我们就，而且我们也不用再担心说是不是要给予他特别的身份保障因为他的党籍有没有呢，不影响到他的国会议长的身份。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是用这个方式更能够保障国会议长的中立化因为他不再需要这个受制于这个政党的所谓的党纪的这样的约束所以我想这一点我最后要提出来那么希望说我们在思考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带进来谢谢。好，谢谢曾教授。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法务部的宋检察官那个主席，那个在场委员，然后各位教授，各位政府官员代表，大家好。那就，首先先感谢这个主席这么用心，就是安排今天这个公听会就是说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听到，就是说各位学者专家的宝贵的意见那个人觉得获益良多。那我想就是说，听完今天就是各位专家所表达的一些意见，然后就是说，有一些想法想要提出来，就是给大家参考。那就是针对这个党产是不是要
纳入正当法规范这个部分、啊、那我想因为刚才那个林立场委员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正当法，我目前在讨论的这个正当法草案原章，就基本上它是89年就已经提出了，那在101年的时候，那个行政院有在另外提出，就是说修正的版本。那因为在那个当时的那个时空环境下，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个党产的处理的部分啊，并没有就是说像现在可能会比较有一些高度的共识啊，所以在当时的草案中，对于党产的处理啊，并没有做一些可能比较明确或者说比较配套的规划。那我们认为就是说，那因为现在在委员这边已经有提出来，就是针对党产的部分有做一些处理的一些草案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认为说，基于这个考量，这个政党公平竞争的机制啊，它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那政党法草案就这个政党是不是可以拥有财产，然后政党是不是可以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还有落实政党财务公开及政党公平竞争的机制啊，就是定有相关的规范。那其中就这个政党是不是可以投资或者是经营事业的部分啊，那草案第23条是已经有规定了。那就政党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啊，这就是在这个草案假设本法施行后啊，就是说在45条有定有相关的处理机制。那就政党是不是可以拥有财产的部分啊，那在草案第14条有规定说政党不得购置不动产的规定啊。那如果说考量这个整体规范体系的一致性呢、啊，就是说在就本法施行后，政党拥有财产应该如何处理啊？就是说是不是应该也是考虑说在政党法中应该要有配套的规范比较恰当？那这个部分司法院的书面报告也有提到这个相关的问题啊。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跟政治现金法或者是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分别立法的情形，我们认为是不太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政治现金法它规范事项基本上是针对说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无偿提供的动产、不动产不相当对价之给付、债务之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啊。那它规范对象是除了政党以外，还包含政治团体及你参选人啊。就是说，政治现金法它规范对象并不是限于政党或政党推荐的这个你候选人才有适用。那另外就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的部分，因为规范对象是全体公务人员。然后不是只针对具有特定政党身份者、啊、那另外那个本法所规范的事项也不是限于跟政党有关者、啊、所以在这个就基本上这两个法律它在立法的整个规范事项跟规范对象上、啊、跟我们在政党法里面主要是针对就是说政党以及政党相关的事项 的立法体例上来比较、啊、就是说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比附原以这样的立法例作为说政党财产的处理，说不宜在正当法草案中加以规范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可能可以再讨论、啊、那事实上就是说，因为正当法它是基本上它是不区分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体适用，不区分是什么政党才适用正当法。那如果说在政党的财产如果并入正当法里面一并处理的话，事实上也可以免除有一些委员提到说针对特定政党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啊。那第二点、啊、就是说针对就是政党法草案、啊、它对政党的财务经营或投资事业它已经定了相关的规范了。那其实政党的财产的部分跟这个所谓政党的财务或经营或投资事业它的规范是有密切关联性的、啊、那如果说把这个部分抽离或者说割裂在其他特别法里面规范，那可能会有产生就是说整体法律规范体系的不一致，那在具体个案的法律解释上可能会有产生可能会有抵触或有矛盾的情形、啊、那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民法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能力，它定有相关的规范嘛。那可是说，如果说我们把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他违反民法有关行为能力的规定，他所做的这个法律行为的效力，我们把它抽离出来，在另外的法律里面规范，说比如说，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效力法或者是特别法这样子的体例化，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必要嘛？那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说你在两个法律在解释上，它也会有一些冲突或矛盾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政党法在处理，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把政党法跟那个处理党产的特别法律啊，就是说分别处理的话，就是其实在立法时程上，因为它难以掌握，就是它可能不见得可以同步
完成立法。那如果说，而且说在如果说他把它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案，就在不同的委员会审查，那事实上它是等于是耗费了重复耗费那个审查的时间跟人力啊，那可能也是造成这个立法上的这个成本的耗费，那也有可能说更有可能造成说这个法律规范的漏洞或者是空窗期啊。那基于以上这个几个理由、啊，那我们认为说，就这个政党是不是拥有财产，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部分呢、啊？是可能或许可以思考，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还是在政党法草案中一并规范为宜啊？啊，以上意见，谢谢。好，谢谢宋检察官哈。那再来是我们陈纯斌教授，第二次发言哈。是谢谢主席给我这个机会，那再耽误各位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贵宾，大家好。针对以上大家的发言呢，那我个人呢，基本上有以下的这个另外的意见啊。那我刚刚非常同意啊，这个建言兄啊，他提到了就是说，不当党产呢，应该要需要处理。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国民党如果他有不当的党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要处理。但是呢，我认为在政党法里面呢，不应该针对某个政党，因为刚刚这个次长也提到了，就是说，政党法它不是政党管理法。那我同意政党如果有不当的党产，应该要另立一个条例来管理这个不当党产，该还给国家的这个该还的该做的，我认为都应该做。但是在政党法，我认为不应该针对某个政党，这个是给社会的形象不太好。那第二个呢？我当然不是坚持说政党呢一定可以投资事业啊、哦，我不一定是坚持，但我意思是说，为什么大家可能都认为说，政党如果投资事业、盈利事业，可能他就会有不当的利益的获得？那基本上大家已经假设政党可能会跟这个利益有不当的挂钩，所以呢，已经从这个防弊的角度就已经假设说这个人会做坏事。所以呢，我如果假设这一群人、这些学生有一两个会作弊，所以呢，我就把他带出去，所有人脱掉衣服，然后来考试。所以很多人的思维可能就已经假设说，政党他有如果投资事业，那我的看法，如果比较小的政党，他可能在经费上不足，如果他能够有一些投资的事业，是不是可以让他的经费的来源更多元化，反而我认为是比较不容易受到财团的介入。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他的财源的自主性越高的时候，他的独立性是不是越多？所以反而这个财团介入如果能够捐献更多的资金，反而对他的控制可能越多了。那另外刚刚这个很感谢中学会大概副主委的答复了，我您的答复我非常满意啊，但是我只是好意的提醒，就是说对这些年纪比较长的人，在广告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台语、闽南语、客家话这些，让这些年纪比较长的人可以看得懂，让他比较习惯的频道、收视的频道，而不是不一定非得要在什么公共电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频道，让他可以收听得到，让他去了解我怎么样去投票，尤其是政党票，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投票的问题。那这个是我好意的提醒。那尤其是据我所了解，因为我家里很多老人呢，他们收视的习惯通常都是从广播而来的，很多人广播是他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广播不要忽略的老年人在收听收视获得资讯这方面的来源，应该还包括广播电视。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这个政次所提到的哦，我也同意，就是说不分区立委也有他一定的这个民意代表，但是我们今天担心的就是刚刚这个建言兄所提到的，因为这一次、上一次王院长，因为违反可能党纪的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而开除党籍的时候，他就丧失了他立法委员的身份跟院长的身份，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党籍丧失，不会影响到他议长，可以让他维持他的中立性。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不要忘了，不分区的立委，因为他是政党提名，所以他如果跟区域立委来比较的话，政党的区域立，政党的这个推荐的不分区立委，基本上遵从党意的比例或者可能性是比区域立委来的高的，这个是各位不能否认的。
因为因此呢，因为他是政党要提名，所以他多多少少可能，因为如果他会担心下一次搞不好他不遵从党意的问题，可能是他就会面临着不会被提名的这个问题。那我只是说提出来提醒各位，就是说，当然这个在政论法是不宜规范的 我也同意说可能由政党自己。那另外就是人头党员，事实上我认为是不容易认定的。不容易界定了，除非他自己承认。所以我觉得在政党法里面规范呢，可能也是不太适合。那最后就是刚刚那个一些政策可能也许没有提到的，就是还有检察官可能没提到，就是说如果他不能投资盈利事业，那我刚刚讲了，那政党到底可不可以投资股票啊、债券啊、基金啊，类似这种不是投资某个事业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应该也要最后的规范？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33条里面，我有点不太了解，就是说第33条的第一款啊，它里面有提到有投资资格人要求企业或收受财务，可是在它的第二款里面有提到对于有投票资格人行求，我就这个在语义上，另外第三款也是要对候选人行求，那到底它是笔误呢，还是有另外它的意思啊？这个是我想提出来对个人的一点浅见了。那就叫各位委员还有所有的贵宾，谢谢。我想我们延长一点时间了哈，现在请黄国忠。没关系，请黄国忠委员，然后有媒体委员要发言。那待会还有教授要二轮的，还是请再登记一下。我觉得我们延长时间，我把它讲清楚，好不好？好，谢谢。我只是要补充说，德国因为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所以在基本法明文规定说，国会议员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接受任何指示。所以说这个不分区立委的罢免，我会建议说学日本这样好了，就北海道不分区、四国不分区、中国不分区、九州不分区，由那个不分区的区域去处理这个罢免问题，因为罢免毕竟是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然后我因为前天傍晚才接到说要开会，昨天晚上才去买书啊。这本书其实只有两页的表格，把德国的法律以及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都整理得非常好啊，请容许我补充供各位立法委员参考，就是这样，谢谢。那个各位学者专家哈，你们有书面的，或者是有这个提案，希望我们在修法的条文里面做一定程度的修法的，那都请大家都提出来都没有关系。那只要，如果今天来不及送的话，什么时候送会？一个礼拜内好不好？送到我们内政委员会来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尤美妮委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哈，大家午安，还有我们的专家学者。今天呢，这个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政党法的公听会，那当然各个学者大家提出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我这里想要回应法务部的哈，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是不是要在政党法里面，那对这所谓的不当党产要不要规定在里面，还是应该分别立法？我想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其实就是说所谓的不当党产，政党法要去规范的其实是说对政党的好的它的游戏规则，那其实它是对所有的政党，那大家的游戏规则怎么样定，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个政党法，所以所有的政党大家的游戏规则都不清楚，所以其实政党法要规范的是一般的所有这些政党的游戏规则。那对于不当党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产物。那因为这里这所谓的不当党产，它指的其实不是说因为针对某一个政党，而是说在这个整个一个历史的脉络里面，从这个中华民国这个退居到台湾来，那在民国34年到台湾来以后，那一直到这个我们解严照这个所谓的废止动员戡乱时期这个惩治叛乱条例，这民国八十年，那在这段期间呢，因为那时候是在整个一个所谓的党国不分的情况之下，那因为接收了就是整个一个国民政府到台湾，那接收了
这个日本这个那时候占领台湾的这些财产，那时候应该是属于我们整个一个政府属于中华民国的财产，但是因为在党国不分的情况之下，很多东西变成是以党的名义去登记，或是呢在这个整个一个戒严时期，因为也是党呢来领导国家，所以呢有很多的就是透过党意呢就可以去决定，也不需要经过法律的一个党的一个命令，他就可以把一些财产或是把一些土地没收等等。那这些呢在今天我们进入到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这一段在民国34年一直到民国80年我们整个一废止动员这个叛乱动员叛乱的这个时间呢，所有这些因为党国不分应该属于国家的财产，那变成在登记在党的名义之下，或是在党的这个划归到党的这个财产的这个部分，应该要很清楚的属于国家的财产应该要回归到国家财产，因为那是属于国民全体的，因为依照我们的宪法规定，所有中华民国的财产就属于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全体的人民，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分开清楚。因此在这样情况之下，对于这一段期间因为历史的因素，因为党国不分所有的这些的财产，那怎么样去清理，那应该要另外一个特别的这个法呢来制定。所以他跟说哪一个针对性对哪一个政党怎么样，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历史里面，在那一段期间就只有一个党，就是只有中华民国就只有中国国民党，所以并不是针对性，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历史里面，在党国不分的情况之下，在戒严时期那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这些的财产必须要清理，属于中华民国人民的，属于中华民国政府财产的，就应该要回归进来。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呢，无关所谓的清算斗争，或是所谓的蓝绿对这个对立等等都无关，因为这个真的是历史的，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的这个一个历史的工业，那今天我们必须要让它还原真相，那这才是所谓的真相的这个和解。因为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和解，那没有和解就不会有团结。所以我们今天呢面临到就说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呢，是我们该诚实去面对这一段的历史的。那大家以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心态，那比较大家共同来面对我们这一段的历史，那让它能够把真相还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说，对不当党产的部分应该另外另立法律来规定，它不应该跟一般的政党法在定所谓的游戏规则把它混为一谈。哎，以上，谢谢。好，那个谢谢尤美女委员的发言。我不知道这个内政部跟各那个华务部还是钟启文还有没有要补充？好，请宋检察官。主席，各位先检，不好意思，就是简单就针对有委员的发言，我们就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可能我刚才讲的不是很清楚了，那其实我们刚才的说法并不是认为说这个在特别法里面就会有针对特定政党或者是所谓的政治清算或追杀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只是说因为基于考量这个整体法律规范的一致性啊，就是说因为政党法它就是本来就没有区分说到底是针对哪个政党，它就是说它本来就是针对所有登记的政党、备案的政党都是纳入规范嘛。那对于这样子纳入规范的政党里面，它假设有违反，比如说这个不得取得才购置不动产这样子规定的行为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话，它当然是在政党法里面规范是会比较前后一致啊，因为我前面已经在14条这边已经定了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行为，或者说强制或禁止规范好了，就是说可是对于法律效果的部分，我们在这个草案里面并没有加以规范。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在当初这个政党法草案提出来的时候，那个在当时的时空环境背景下，或许对于所谓的这个党产的部分可能不是那么受到重视，或者是说那不是大家这么热切讨论的目标，所以在行政院版的草案里面，就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有一部分，就是说有司法院所提到的，就是说可能有对比于那个投资经营事业部分，在党产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有一部分是缺漏的了，那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那如果基于这个整体法律规范的一致性的话，这当然是在政党法里面，就是说它比较不会碰到一些，就是说你可能两个分别立法总是会有一些可能规范体系或是他在价值判断上会不一致的情形。那比如说就是说像那个不当购置，就是不得购置财产的这个部分呢，在我们这个草案里面是就是说他这边只是规定说他是处罚款嘛，可是对于这样子施行之后到底取得的
财产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事实上是没有规范。那可是如果说在就是说以目前各委员提出来的所谓特别那个党产特别条例里面，它很多都是规范是无效嘛。那事实上这两个价值判断上是有冲突的啦，就是说在政党法里面他不认为它是无效，他只是处以行政罚锾而已嘛。那可是在特别条例里面他认为是一个无效性。那如果说今天这两部法都同时通过的时候，那事实上在这件事情处理上，两部法律它的那个规范效果，法律规范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就是可能会有我们所讲的所谓这个法律规范体系不一致的疑虑啊。那就以上补充这个意见，谢谢。好，谢谢宋检察官的补充。不知道还有学者专家想要再发表意见吗？或者还有委员想要发表意见？司法院，好，请。司法院。杨法官，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今天到场的先进大家好。那司法院呢，就这个政党法的内容呢，并没有具体的这个修法的建议。那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有提出了一些报告的内容。那针对呢，这目前呢委员所提出的版本呢，做一些法制上的建议。那对于今天所讨论到有关于在政党法内是不是要将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呢，一并纳入规范，就这部分呢，司法院并没有这个并没有意见。那尊重这个。各位先进啊，还有这个大院的决定。那另外就是刚才各位学者和老师呢有提到有关四至三三一号解释的部分。那我想是四至三三一号解释是在民国82年做出来的。那距离现在已经有将近20多年的时间了。那在这20多年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选制的变迁啊，可能有些背景的基础的确是不太一样了。那关于这号解释呢，有没有在立法上解套的可能性？好，那这部分或是说有在申请这个补充解释的可能，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进一步再思考的地方。那我先补充这两点，那其余的部分就如我们今天提出的书面，谢谢。好，谢谢。那这也列入吗？好，那个司法院的报告的那个书面我们都会列入。好好，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补充吗？那如果没有任何的补充的话，那。我本席在这里报告，就是陈廷威委员针对公听会所提的书面意见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哈。然后，谢谢各位宝贵的意见以及各位的发言，我们将以纳归纳整理并汇集成册，然后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也会送给我们各位的出席者。即使本院委员无法亲自到场，我们还是可以从公报当中了解那个内容。那我还是再补充一次，就是我们所有的学者专家，如果在这段时间这一个礼拜内，如果还有其他的意见，或者书面的意见，或者对条文当中想要做修正的等等，都可以在一个礼拜内送到我们内政委员会，我们会在公报里面一样会把它汇集整理哈。还有吗？好，这是。哦，那个我们习真卫委员也是提出这个书面意见，我们也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哈。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我们现在散会，谢谢。